问候早安的，看你看谁。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委员十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这个先跟委员会说明啊，因为我们今天的主席啊，尤美女委员她会晚一点到，所以呢就要求我先暂代主席。我想请问一下在场委员有没有这个意见？那个徐委员，好，谢谢。好，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9月21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下午1时50分，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段维宜康等12人，列席委员江委员启程等35人，列席官员保部部长邱泰山、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严大和、司法院司法行政厅厅长林瑞斌、全序部法规司副司长洪美妙、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处副处长杨秀珍、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立慧，主席由召集委员美女。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并案审查委员叶宜津等21人，委员李俊毅等18人，委员蔡宜瑜等20人，委员王定宇等18人分别拟具法院组织法删除第63条之一条文草案。本次会议由委员柯委员建明等16人。提出质询，委员黄昭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局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第63条之一修正为：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为办理重大贪渎经济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案件需要，得借调相关机关之专业人员协助侦查。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及其分院检察署检察官执行前项职务时，则经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或检察总长之指定，执行各该省级检察官之职权，不受第62条之限制。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本条规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委员林威洲当场声明不同意。三、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美女出席说明。四、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二案均不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上次会议的议事录。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法务部，因为部长请假，由常务次长张斗辉次长代表，然后检察司余立珍副司长，检察司李豪松主任检察官，调查局洗钱防治处李宏锦处长，司法院刑事厅厅长请假，由陈文贵法官、李明义法官代表，行政院外交国防法务处徐吉志参议，外交部调法司陈守汉专门委员，陆委会法政处何达仁研究委员，财政部官务署谢连吉副署长，金管会银行局庄秀元副局长，政企局尚光奇副组长，中央银行法务室吴坤山主任，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吕春长副局长，卫福部保护服务司胡木兰科长，经济部商业司许福天专门委员，智慧财产局刘珍珍组长，环保署废弃物管理处邱继明检任计政，公共工程委员会陈尤佳企划处陈尤佳处长，交通部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由吴敬芬副处长，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陈信敏专门委员。
好，今天排定的议程哦，是第一个是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证人保护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与《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案。第二，继续并案审查一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二，委员蒋万安等二十六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曾明忠等十八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及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五，委员吕玉玲等二十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六，委员徐国勇等十九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及第七，委员许淑华等十七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跟大家报告，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的二，讨论事项二的第二到第六案的五项委员提案，已经在105年6月30日进行提案说明。今天仅就讨论事项一以及讨论事项二的一和七，我再说明一次，就是说，一就是《证人保护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跟《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版本的。另外，讨论事项二的一是，行政院函请审议的《洗钱防治法》的全文修正草案，还有七是许淑华委员等十七人拟具的《洗钱防治法》也是全文修正的这个草案啊。我们只针对这两个部分进行提案说明及报告，然后再就个案采综合询答逐案处理的方式进行。好，现在进行提案说明及报告。首先邀请提案人许淑华委员就讨论事项二的第七案，就是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来提出说明。许委员，时间五分钟够不够？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还有各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关于洗钱罪的范围以及洗钱的防治措施呢，在我国呢并没有完全的与国际接轨，而且并没有实际上符合我们的实务需求。在亚太防治洗钱组织呢，也在2007年呢对我国洗钱防治的体系呢，在第二轮的相互评鉴以及分析的意见，那么对我们都具体的指出，我国的洗钱防治法有关于洗钱犯罪的行为太样不完备，并且门槛过高，对于有遭利用进行洗钱之余的之非金融机构或个人未能充分纳入洗钱防治体系，金融机构保存交易资料及进行客户审查等这个事项呢，欠缺一般性的法律规范等40项的建议之具体的这个缺失哈，并且要求我国尽速的立法改善。那么因此呢，为了让我国洗钱防治的体系更加的完备，解决实务执行的问题，那么参酌FATF 40项的建议呢，联合国也禁止非法这个贩卖麻醉药品以及精神药物的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的犯罪公约等相关的国际这个规范呢，所以拟具了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那么另外呢，本席有一案的洗钱防治法第三条的修正案已经并入了修正草案当中，就不再说明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好，那我们下一位就请我们的法务部张次长来做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今天奉邀列席过员会，就行政院函请审议《证人保护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以及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蒋委员万安等二十六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曾委员明忠等十八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以及第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徐委员淑华等十七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吕委员玉玲等二十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
条条文修正草案，徐委员郭勇等19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徐委员淑华等17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等代表本部列席说明，并被质询。仅就上开修正条文草案提供以下意见，敬请参考。第一，关于行政院函请审议证人保护法以及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以及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部分，中华民国刑法有关没收之规定在105年7月1日施行。依中华民国刑法施行法第十条之三第二项规定，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关于没收、追征、追缴、抵偿之规定不再适用。是特别刑法中有关没收、追征、追缴、抵偿之规定于105年7月1日不再适用。如各特别刑法对于没收有特别规定者，即应提出修正，比例适用。那这一次的一个修正的一个重点，证人保护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部分，现行的证人保护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检察官依同条第二项为不起诉处分时，被告所有因犯罪所得或供犯罪所用之物，得申请法院宣告没收。然依同法第五项规定准用刑事诉讼法第255条至260条，而其中第259条之一业已修正如上述，是准用结果。检察官以本条第二项为不起诉处分者，在刑事诉讼法第259条之一所列范围内，即得单独申请法院宣告没收，以涵盖本条第四项范围，现行第四项自无规定之必要，予以删除。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以及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部分，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关于没收、追征、追缴、保全、扣押之规定，可回归适用刑法总则编没收章以及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无重复规定之必要，予以删除，并配合修正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请求我国协助执行扣押或没收之规定，为行政院先审议关于没收规定缘故，故函请大院审议。然此修正均已纳入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全案第18条以及第19条规定，此部分建议并入以行政院函请审议之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版本为主。关于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部分，洗钱防治法修正之急迫性以及必要性，第一是国际规范的一个要求。我国亚太洗钱防治组织之会员国有遵循防治洗钱工作行动组简称 FATF 于2013年2月间所颁布之40项建议之义务。由于洗钱防治工作应透过法治面规范，使金流留下轨迹无断点，必须透过各国遵循国际规范方式修正其法治面达成。而 APG 对于各会员是否遵循国际规范，系采取会员间相互评鉴之做法，促进各会员遵循国际规范之意愿。各会员如未能通过相互评鉴，将由会员大会参考评鉴团之建议列为追踪国，其追踪成效不彰情形，将由会员大会决议由 FATF 进行改发公开警告或列入黑名单、灰名单之制裁行列，由 FATF 发动其所有会员及各子组织之会员共同对于未符国际规范之会员采取经济制裁，其制裁方式是强化审查或禁止任何与受制裁会员之金融活动，例如不许设立海外金融机构，严格审查来自受制裁会员国之人民之金融活动或金流，包括申办账户时程延长、审查贷款方式更为严格等等，因此各国均甚为重视。我国接受相互评鉴及追踪的成效，我国从96年接受 APG 第二轮相互评鉴以及后续追踪报告均显示，我国洗钱防治法之法治规范未符合国际规范要求，评鉴等级均仅有部分遵循。评鉴报告指出之缺失包括洗钱犯罪行为之认定未符合维也纳公约及巴纳摩公约，重大犯罪之门槛太高，洗钱犯罪需要有前置犯罪定罪作为证明等。其后之追踪报告显示，我国对此缺失仍无进展。103年第二轮相互评鉴程序结束后，因我国仍列于追踪名单，依据104年 APG 会员大会的决议，追踪名单国家应每年提出国家及进展整合性报告。我国于提出105年国家及进展整合性报告后，6月间已收到 APG 初步分析意见，认为我国与洗钱与资恐法治未有充分进展，特别要求我国提出洗钱防治法以及资恐防治法之立法进度说明。因为资恐防治法于105年7月27日经总统公布施行，而洗钱防治法于
于105年6月24日报请行政院审查，我国已先向 APG 提出相关进展说明。105年9月间 APG 第19届年会前 ，APG 秘书处初步检视我国进展情形，认为我国在防治洗钱之法制面上确有具体之立法进程与成效，已同意我国有资格于106年1月前提出解除追踪之申请，并经会员大会采认，我国与洗钱方防治法制面之努力初步获致成果。由于我国将于107年接受 APG 第3轮相互评鉴，而评鉴方式将包括法规遵循以及效能遵循及法制面及实际运作成效之评鉴。由于效能遵循之要求需在法制面修正完成后时有可能达成，为因应107年相互评鉴，我国自此将于106年底即应提出第3轮相互评鉴报告，相关执法以及运作成效至少应有1年之数据，则修法继承往回推，只接修正草案之修正时程最迟应于105年底前完成，以因应第3轮相互评鉴所要求之洗钱犯罪起诉率提升、跨境现金移动之规范、非金融专业人员纳入洗钱防治体系、跨国洗钱合作等要求，因此修法时程极为紧迫。我国洗钱防治法制自订以来，历次修正均以洗钱犯罪之重大犯罪门槛为修正重点，为考量现行法制与司法运作实务已不符所需，且在历年最终评鉴中，我国洗钱防治法制一经指出未符国际标准，本次修正幅度大，即近为全案修正，主要诉求是整体提升我国洗钱防治法制与国际标准及规范接轨，健全我国洗钱防治体制。本次修正重点要素如下：第一，增订洗钱行为之太阳，调整洗钱犯罪之重大犯罪之成立门槛，修正有关重大犯罪所得之认定，并增订洗钱犯罪未遂行为之处罚，扩大洗钱犯罪之没收标的范围，以符合国际标准，并与国际标准接轨。将洗钱防第二，将洗钱防治规范扩大适用于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同时强化主管机关查核权限，并依循国际规范明定有关客户审查、交易记录保存以及大额与可疑交易通报之规定。第三，扩大边境洗钱防治规范，将旅客入出境通关申报义务扩大至非随旅客入出境情形之申报义务，并将新台币、香港或澳门发行之货币、黄金及经指定有被利用为洗钱之余之物品，应纳入申报之标的。第四，考量我国电信诈骗犯罪为近年常见之犯罪形态，我国民众深受其害，却因犯罪集团之跨境网络分工未能彻底追溯，原规范特殊洗钱罪就是车手条款以及未遂行为之处罚。第五，考量洗钱犯罪之追溯有赖长期坚持司法互助以及折冲，因应各国司法制度不同及案件发生非属常态，相关需费未必能以固定之预算便利之应，又国针对跨境诈骗跨境电信诈欺形态，应建立追赃返还平台，以强化跨境合作，以及考量洗钱防治政策广泛涉及公司部门有推行政策以及办理教育训练需求，原增订法务部办理防治洗钱业务得设置基金之依据。第三，有关于徐委员、苏华等17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部分，提案要旨，委员提案考量我国洗钱防治法制未能符合国际规范，且于实务运行上易受之碍，原提出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提升我国洗钱防治法制标准。本部对于上盖提案修正方向，竟表竟同赞同，为建议参考国际规范要求，并考量我国第三轮相互评鉴的需求，维持银楼业为适用洗钱防治规范业别，将边境洗钱防治规范纳入对于黄金及有被利用进行洗钱之余之物品，且对于非随旅客入出境之货运、邮包、快递等情形，并纳入规范，并增订洗钱防治基金之法源依据。该依 FATF 国际规范，贵金属以及宝石交易业应纳入洗钱防治规范要求，边境洗钱防治亦应包含可能被用于洗钱之物品。另我国因跨境电信诈欺案件频繁，继续建置追赃返还平台，并充实推动洗钱防治政策以及教育训练的经费，同时设置跨境追查洗钱犯罪之基金，建请参酌行政院草案关于基金之规范。关于蒋委员、万安等26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曾委员、明忠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徐委员、苏华等17人拟具
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吕委员、玉玲等二十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徐委员、郭勇等十九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三条条文修正草案部分之意见，本部已在105年6月30日提出书面报告，并向各委员会说明再请，并与参酌。以上报告敬请主席、各位委员参考，谢谢。好，谢谢法务部。那请问司法院有没有要报告？没有报告。好，那行政院、外交部、外交国防、外交部有没有？没有报告。陆委会没有。财政部、经管会有没有其他单位要补充的？没有。好，那我们现在各机关代表已经报告完毕，那现在进行询答，每位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上午10点30分截止发言登记。首先，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柯建铭委员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地区官员，请张市长。张市长，请。委员早。早。我们今天在审查洗钱防治法，事实上这是十九年来第一次大修啊。尤其现在在张案的这个情形底下，以及国民党党产的问题，国民党党产过去有没有洗钱，到底在国民党党产如何洗来洗去哈？那今天要刚好是在洗钱防治法的修正。尤其我想这除了这个以外，当然主要目的这个时间压力哈。我们自从2007年这个 APG 第二轮哈置评以后，被列为追踪的对象。现在马上要来第三轮，尤其明年开始要置评了，那后年可能要有一个论断。假如这个法，好，这个法没有修得很完备，而且不符合国际规范的话，这后果是非常深远的，啊，那董事长也要评估，以我们现在送来的法，是不是就足以来应付我们第三轮的评鉴？跟委员报告哈，那个 FATF 总共有40项的一个建议哈，那依照我国在第二轮相互评鉴的结果以及其后进展的一个状况，已遵循或大部分遵循的总共有24项。没关系，我就简单的，一般聊许干了。这40项标准怎么样？咱这法教育行政版本弄个修改给哈，有没有办法应付第三轮？有没有办法把第二轮的那个最终全部取消掉？这比较重要吧。因为这没有通过非常严重啊，跟我们所有金融机构、社会银以及所有的金融都被限制啊，而且会再被罚，无法躲。鲍委员，这些法通过就照这样通过可以吗？如果通过，然后我们有确实去执行的话，我们有信心呢、啊，应该是没有问题。你有把握吗？我们的门槛。那个跟委员报告哈、哦，那目前的一个修法哈，我们样态问题都有修。是那个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符合 FATF 哈的40项的一个规范，但绝大部分都已经符合。哦，现在针对本法里面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我的看法，等一下再问你招风的问题哈。第一个，当然我们现在把这个门槛够高修下来哈，那样态修了，比较明显就是非指定的非金融机构及人员哈。这些是这一次修法很重大，而且我们被评鉴重大项目嘛。那这些人员的指定，到底包括哪些人都没有写清楚啊？那包括哪些非金融机构，哪些会计师有没有算啊？律师算不算啊？好，赌场很多，要不要入法？你将来这个过去这个法律在修不出来，2007年以后嘛。到马英九政府在对这个法都很全部漠视嘛，只要这个法找规定很完整的话，我相信查国民党党产的洗钱很容易啊。那现在就是说，
这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嘛，非金融机构，好、哦、被指定的候人员，这些包括哪些？要弄清楚啊！立法上不敢入法。报告委员，那有关这一部分的，那许淑华委员对当铺业都有意见了、啊，对银行业都有意见，对，是吧？不是这些先列举的，你将来怎么指定？哪些人？哪些机构？哪些机构？报告委员，那个 FTF 是相关建议里面可能要包括哈、那个不动产的经纪人、贵金属、宝石交易商哈，以及律师、公证人或其他独立法律专业人士、会计师，这些都包括在内。我们要不要入法？特别是用指定的来去处理，啊、用那重要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那个会同法务部来指定的。这个将来哈会有很大问题啊，因为这些人抗拒啊。那律师、会计师一大堆，所有起钱的都是在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这样办案嘛，都是这样嘛，是啊。那国会难道没有这种情形吗？那所以这个将来你面对这个问题要如何去面对，这个是第一点要注意的。好，第二个我认为哈、哦，罚则太轻，现在改了500万吧，他那犯罪行为那个比例。不成比例啊，那個、被指定的只有罚25万，那金融机构罚500万，这罚则这样过不过？报委员，关于这部分呢、啊，我们是规定的是草案是拟定是500万，那如果委员会哈、啊、认为这部分有必要再去做相关的提高的话，我们尊重大院的意见。至少从这样看，从整个法上看下去啊，这个罚则太轻了，然后太轻，可能要。重新考虑，啊，这是第二点。那刚才讲的是通报义务人的问题，那些要怎么明定都清楚。第二法则，第三个有关于啊，这个洗钱罪啊，从照招商金这个事情来看待哈、啊，洗钱罪不能没有单独立法，对不对？洗钱罪只要单独立法的话，我们现在叫重大犯罪才要用这一套嘛。事实上，我们想要了解哈、啊。国内所有犯罪行为，不管贩毒啊、哦，所有犯罪行为、诈欺等等犯罪行为哈、哦，假如有洗钱罪单独立法的话，我相信啊，哦、这个跨境的这个处理上面哈、哦，这我们就不必啊、哦、仰仗中国大陆来中国来提供给我们的任何资讯。我们只要单独洗钱罪单独一个立法的话，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洗钱罪单独立法的问题？这要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了、啊。这个跨境的我们单独立法，那你这个很多要项嘛，是啊门槛嘛，很多要项啊。包委员，有关于这部分呢、啊，像那个这个跨境的诈骗呢、啊，车手的条款，我们这部分都有把纳到洗钱防治法的规定里面。我是单独立法了，你听我，洗钱是单独立法，我举赵宏清这个案子对吧？张，你认为现在目前的所有刑法、洗钱防治法对于张金这种犯罪行为哈，你要用到刑法上面去，还是只有罚钱了事？这个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是，报委员，关于赵峰的这个案子啊，目前张这个案子啊，我们的洗钱防治法是必须要有客观的主体吧？是，要前置犯罪行为，然后再用这前置犯罪行为来定罪嘛。那前置犯罪行为那个要查证，在国外根本很困难嘛，是不是啊？那目前呢？那你现在又有，我们现在刑法是，这次啊，我要讲一下，就是说，司法法制委员会大家都很负责，把刑法刑制都上路了，啊，刑事诉讼也修了，刑制啊程序都修完了，那当然对于整个环境面改变很多。那现在回到招商这个案子上面，招商这个案子上面，你认为能够弄到刑法吗？我想这部分呢、啊，跟委员报告哈、啊，在我们目前的洗钱防治法里面，我们认为哈、啊，应该哈、啊、就可以包含在里面哈、啊，那个也有办法来。招商案子有办法弄到刑法吗？如果是，你还规模？目前正有北检在那个缜密的侦查中。啊、我认为现在这个你刑法和那个洗钱防治法还有汉格的部分啊，我这样。因为时间有限，我点的几个问题的，是最后一个比较重要。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法制面比较完整，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跟 FEG 那个国际接轨，啊，那大家让几年没有断点。
那国内也是要把法治，但是执行面的问题啦。我们知道所有的犯罪行为里面，在第一线上啊、哦，最有效的是谁？是警政署啊、哦。所有的工作他们在做，对，不管你昨天爆发的这个什么任何的犯罪行为，这个包括诈领电保会等等，都是洗钱。所有犯罪东西，你抓人一定要抓人没有用，要抓到洗钱，把他源头抓到最重要，是不是这样？是。所以现在包括我们新法的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因为谍言闯红警政署的闯嘛，那你这资讯只是给调查局对。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洗钱这个情资哈，申报案通报，你要把它变成双轨制嘛，这样才能够马上的进行的，尤其行政警察局、警政署还要再向调查局要资料，然后要回来再比对，以后再要，根本都跑光光了。所以第一线的执行最重要，我们现在打击犯罪最重要是，坦白讲是警政署。所以在这个法上面，过去到现在目前为止都是单轨，都调查局在控制。那调查局也是要拜托他们去处理的，最有能力、最有第一线在打击犯罪是警政署嘛。所以这情资上面能不能双轨就是并用情资啊？就是说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也就过去第七、第八、第十条，这个必须通报给调查局。双轨了，这样才有办法真正的落实嘛。所以弄一些法都根本都跑掉，根本没有办法把网都撒下去嘛。是，本席今天谈的就是说，以上这几个问题，尤其现在在谈的有关情资通报的双轨的问题的问题，你的看法怎么样？鲍委员，那个目前好像世界各国大部分都是单轨，那个通报哈，最主要是疑似洗钱的行为，并不是犯罪的一个行为。我想，这么如果是警察侦查能力最强了，啊，第一线了，啊，他们应该那边也要有系统，否则的话，你认为双轨有什么困难？目前的那个世界各国的潮流就是不是潮流了，那准备按照变底单，要打击犯罪，防止洗钱，对。当然，我们要把我们自己能够的能量全部用上去啊。假如说，当然，双轨一定比单轨更有效啊。是，这个可你会否定吗？在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既然理论上这样，实际上也是如此啊，是不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今天修法这一点问题上面，包括这个第九、第十、第十二号。的通报到调查局，是不是要交由警政署以采用双轨哈？这一点我是觉得，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是各自本位主义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哈？那双轨通报系统，事实上应该到考虑的时候了，好吧？不然我刚才解决个问题，因为这个法上面哈，这是很重要。当然，这个我想今年我们没有完成修法，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啊。那修法，我们希望说修法能够更进一步完备化。那以上所提的，我希望那个市长你要好好思考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林德福委员。主席，张次长还有与会的各位同仁，是不是请那个张次长？张次长，请。委员早。早，次长，我请教你哈，那个兆丰银行被美国重罚57亿啊，这一案，当然最新发展是这个陈宝美方的金额是物质哦，也就是说查来查去就是。查无洗钱的事实，那请问你认为像这种案情在台湾是有可能发生的吗？听您看。鲍委员，那有关于那个物质这部分，我想哈，那个根据兆丰金他们的发布的一个资料哈，好像是有物质的情形。那这部分呢，正有台北地检在那个的侦查之中。因为哈，本席很质疑啦，差额数十亿应该。
其实它中间有经过很多道银行的这些关卡哦。那为什么没有人看到？那我一直质疑说，这个是不是那些承办人员呐、啊？这个业管人员呐、啊，他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您看呢？这部分呢、啊，台北地检哈、啊、也有收集相关的资料，正在侦查比对之中，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形？对啊，因为你要是说小数点还可能，但是他这个也不是小数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就产生一些纳闷跟疑问了、啊，因为赵峰案查来查去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任何洗钱的这个证据，那请问？如果没有洗钱，就单是承保美方的金额，这个多个字，那就要被罚57亿哦。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有关于这部分的美国那个财阀，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内稽内控法尊的那个有所缺失啊。那至于那个兆丰银行的相关的这些的交易往来有没有涉嫌那个洗钱呢？北检正在那个。你今天要是物质的话，这样财阀，这个你认为会不会比较好像太过分了？哦，因为。毕竟啊，他原来才华还要更多哦。据说还是这个中央银行彭总裁去协调，才变成57亿哦。哦，那个你认为这样的罚款，罚这么多，你认为这个这样适当吗？我想这部分我们是尊重美国他们的一个那个做法。那如果要是说赵峰案不是洗钱，光错一个字就要罚57亿，那请问你认为站在政府的立场，是不是应该要做更多的这些解释，把它讲清楚、说明白？有关于行政责任部分呢、啊，目前那个金管会哈、啊、那个财政部哈、啊、那个他们正在那个行政调查之中。那刑事责任，那个台北地检呢、啊，就所有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资料啊，或者是说已经传讯的哈、啊，有已经有34位的一个人员，我想这部分的积极在查办之中。那个市长，因为毕竟兆丰它是公股银行库之一啊，他花的钱其实。很多多数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哦，那这个如果要是美国不接受降低罚款，甚至于政府会不会要兆丰吞下来，还是要走法律的途径来争取，这个降低整个一个罚款？依您看呢？这部分呢、啊，那跟委员报告哈，那个兆丰金呢要研究，还要对那个相关的哈当事人哈要提起民事的一个诉讼。我想这部分呢、啊，都已经有在走相关的法律的程序。有在走是吧？哎，那个市长，因为今天要审查这个洗钱防治法，哦，当然就是希望说将洗钱罪的这个范围和洗钱的这个防治措施啊，哦，和国际能够接轨，哦。那以符合实际的需要，那请问次长，你认为修正后的这个洗钱防治法有没有办法完全来防患于未然？哦，有没有办法？报告委员，有关于这部分呢、啊，那个总共 FATF 有40项的一个建议。那如果是说我们那个修法的那个依照法务部的一个草案哈的条文哈来通过的话，虽然没有。那办法完全吻合，但是有大幅的一个进展，我们有信心哈。如果是我们在遵循面，那个在执行面能够去落实的话，我们认为是相当有信心的，应该会通过评鉴。要是修法过后，会不会只停留在这个违法市政认定下的这个行为就责？你认为呢？我想各个层面都会包括在内，都会涵盖在里面。市长，我再请教哈。举例来说，最近的这个乐声案让许多民众受到很严重的这个损失，难道不是凸显整个国内我们的主管机关监理金融商品这个交易上面啊是有漏洞？你认为呢？
鲍委员，因为这一方这一部分哈、啊，那个我想可能是在金管会他们来回答比较适合。不过有关于乐生案哈、啊，我们法务部非常的一个重视，那个台北。台湾高等法院警察署已经组成一个反秃鹰的一个小组，那台北地检哈、啊、也就这个部分呢、啊，到底有没有内线交易，有没有秃鹰的部分哈、啊、来进行侦查。那个市长，如果要积极来追查这些金融犯罪，你认为现阶段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想这部分那个当然的相关的法制面哈、啊，可能要像包括我们今天洗钱防治法哈、啊、的相关的一个规定哈、啊，那个或者是我们在金融的一个监理面能够更加的一个落实，我想那个相信哈、啊，应该有助于那个这一方面的一个改善。市长，因为如果在侦查中要积极来发现事实，对于整个机关间的这个协力义务啊，这个和个资法和无罪推定原则。所扮演的角色，到底你认为是他是主力还是助力？鲍委员，有关于那个无罪推定，这是普世的一个原则。当然，我们的侦办犯罪，我们不能一开始就假定他是有罪的啊。但是我们会透过了相关的一个侦查的一个程序哈、啊，那逐一的来厘清。但是他有的就是因为什么个资不能提供啊等等哦、啊。其实有时候在侦查过程当中，会衍生本来他这个人是确实是犯罪。哦，但是因为你个资没有办法提供，到最后会衍生，他又这个犯罪以后，他可能又躲到幕后，变成另外一层次的这个做幕后的指使者，又去犯罪。那鲍委员，因为关于那个个资的这一部分呢、啊，在侦查犯罪之中哈、啊，那个有关于个资的防护哈、啊，对不对哈、啊？应该是要退缩，我想这部分哈、啊、是应该不会构成影响。那个次长，因为多年来我们强调是人权重要，它的重要性。但是不论是审判者、执法者、犯罪者或受害者，哦，这个甚至于是普罗大众的这个价值观，都不见得都能够统一。哦，那请问要怎么样取得犯罪行为下的这个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人权平衡保障？对于金融犯罪前的这个预谋，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防止，哦，你认为对受害者的人权要怎么去保障？鲍委员，有关于那个人权的保障，其实跟治安的维护哈，应该都摆在同一个天平去考量。我想这部分呢、啊，台北地检在侦办这个案件，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审慎的来考量。因为哈、哦，那个实务上哈、哦，我想市长，因为在国内这个公司法对于这个公司成立后的这个行为啊。缺乏约束力来看，往往这个有很多人哦，这个到最后变成受害者，那机关才能够有所作为。那请问未上市的这些股票的销售，如果发生业务上的这个掏空，哦，那你认为政府有能力来协助这些投资人，来防止债务人的这个诈害债权的这个行为吗？依您看。鲍委员，如果有构成犯罪的话，那个我们的法务部所属检察机关也会非常那个注意那个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包括相关的一个扣押啊，或者是求偿方这部分，我们都会来协助。因为如果经营者恶性倒闭，那隔了一段时间，他又经营了另外一家公司，哦，而且原经营者我刚刚所讲就退居幕后，但是实际上还是他在影响。那请问机关间的这个协力义务啊，你认为有没有还必须要这个完全受到这个个资法的约束？啊，因为他这个人诈骗完以后，他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又躲在幕后，啊，那你要是个资对他保护的话，他根本就不知道说他到底啊是不是又躲到幕后去犯罪。鲍委员，我们非常那个赞同委员的一个高见，因为机关的一个协力哈、啊、本来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法务部哈、啊、也有在金管会有派驻哈、啊、我们的驻会的一个检察官，我相信这部分呢、啊，如果市长是，如果要是没有办法提早来追查的话，难道法律是为了养大这些犯罪者的胃口，才能够追查到底吗？依您看。鲍委员，那个我那个犯罪的侦办是事后的一个侦办，以及那个犯罪的损害已经发生，当然我们是、啊、非常赞成能够提早预防，当然这是最为上策。我一直认为说，其实
这个个资法它的这个拿捏进退，有时候你要是说这个人真的犯罪以后啊，你还保障他的个资哦，啊，其实这个会衍生好像我们这个在这个定法律在保障一些这个这些这个犯罪者哦，像这些其实他的一个平衡点要拿捏得很好，是哦，尤其机关之间横向的这些这个协力义务啊，我认为那个都很重要。你的看法呢？我们非常赞同。好，谢谢。好，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张宏禄委员。谢谢，那我请那个我们次长，张次长，请。委员早。哎，次长，我请问一下哈，我们当然这次的修法啦，也是为了APG 哈，我们这个会员国的一个义务了哈。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去 APG 主谈的是政府哪个单位？报告委员，那个我们到 APG 啊，有我们法务部的代表，还有金管会，还有调查局，我们相关的有关联性的一些的机关都派代表过去。啊，主谈呢？主谈我们是有那个有那个司长，我们那个法务部嘛。对，法务部的司长过去。哦，这次的修法当然啊。有我们啊，看起来就是有扩大洗钱哈，防规范扩大洗钱防治的对象的范围了哈。那还有啊，机构要申报了，然后还有等等。我很想请问一个问题了哈，你觉得这次的修法这样子够吗？鲍委员，那个虽然我们这次修法没有办法完全100%符合 FATF 40项的一个建议，但是已经有很大幅度的一个进展，那个基本上已经大致上是符合的。我们相信呢，也有信心，如果是能够那个去通过过那大院的一个支持，那通过那我们的去彻底的一个落实执行的话，我们有信心那个应该在下面。我的重点就是人家提出40项。可是我看一下法案的所有内容，好像没有满足40项。委员，他提出40项要求的改善啊，但我们如果这次修法，有满足到40项吗？绝大部分是有满足。不，换句话说是没有满足嘛。报委员，那个世界各国要做到完全100%的满足，我当然知道不可能嘛。啊，我只是问嘛。这一次的这样子是不是没有满足，没有达到他100%的要求？是没有达到100%，就这句话就好了嘛，对不对？好，那我想哈，当然了，这个林林总总有很多人啊哈，你说啊什么会计师或什么，这当然是后续的执法的问题。我现在哈，我要举一个例子，我想请问一下了哈，我们兆丰金这个案子这么大，你觉得这些会员国你们去开会的时候？他会不会问你这个问题？鲍委员，这一次哈，我们去参加 APG 的一个年会哈，在会议中啊，并没有那个与会各国的一个代表有询问讨论过有关于我们兆丰金这件事情。不，你是之前开，我是后下次的开会啊，你觉得他会不会提出对我们政府提出质疑？鲍委员，我想这部分也是我们的，如果是能够落实我们洗钱防治法的一个修法，那后续的一个执行，我相信哈，应该是我们有信心哈，应该不太会再来去质疑这方面的问题。你认为他不会？我不敢保证。那你们有没有准备？鲍委员，那有关于这部分呢、啊？如果是委员这那各个会员国对这方面有质疑，我们一定会把我们的这个法制面的一个进程，我们的执行的一个做法哈，落实的做法哈，跟各会员国家那个加强沟通。不，我现在问你，我直接请问你嘛，你们这次去开会，好、哦，你们有没有对这一个问题提出完整的准备？人家如果质疑你们这些，你们提出完整的准备？鲍委员，这部分我们那个检察室啊，与会的代表都有做充分的一个准备。
确定？有做充分的准备。嗯，副市长，啊，那我请教一下那个检察司副市长，都有充分的准备吗？哎，有。啊，有哈，那我要直接请教一个问题了哈。这个所有的我们这次的修法里面很多零零总总，规范了很多人。可是我如果是我现在在 APG， 我问你，你们的台湾政府规范了那么多，你们的政府官员如果本身涉及洗钱，在这条法律上好像没有规范吧？没有明确的规范吧？我如果问你这个，你要怎么回答我？他本身政府就是一个 PEP 的，那个就是重要人士，这部分在条文里面有规定。啊？有。如果政府官员本身涉及洗钱，嗯，政府就是主导者，嗯，在第七条里面都有。在第七条里面，没有有写的很明确吗？有啊，对，说是那个对现任或承认外国政府或国际重要组织的这些人哈，其实都要负责像类似这样的一个加强客户审查的一个程序。不，加强客户审查嘛，对不对？预防的一个阶段。那是加强对客户的审查嘛？我现在指的是政府官员本身洗钱。如果洗钱的话，在那个涉及洗钱，本来这是个犯罪行为的话，其实它并不分是属于政府官员或者是金融从业人员的部分。不，对嘛？可是我现在我如果是与会的代表，我问你们，你们台湾政府是本身的官员就洗钱啊？那你们的对你们政府的官员有任何的好、哦、明确的规范吗？你这个法条那边没有明确的写得很明白，没有明确规范呐。因为如果是涉及刑事责任的话，在14条、15条，它并没有对谁是犯罪有做规定，当然就涉及到所有人都有机会，都有可能涉案的话都会处罚。那刚刚委员提到的，就是说像律师、会计师是不是要纳入客户审查，还有交易保存，还有那个可疑交易通报的这个范围，这部分只是说预防的程序。至于说他犯罪行为要不要处罚的话，他是不分那个身份跟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这个？你政府官员如果本身就涉及在洗钱里面的，他现在本身又是主管机关，他自己办自己，自己看自己，他怎么会办得出来？我们这里面连定这个法条里面，你连对政府官员如果有涉及洗钱或什么的，连规范都没有，连调离限制也没有。我们如果是与会的其他的国家，我现在就提出这个质疑，你要怎么回答？这是要去国际谈判呢，你要怎么回答？报告委员，有关于这部分哈、啊，那个依照洗钱防治法的规定呢、啊，它不分那个官员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不要讲法条。是，我现在就问你，你现在就在 APG 开会，我就是问你这个问题。你现在讲这个，人家听得下去吗？报告委员，那有关于相关的这40项的一个建议里面哈、啊，那个有关于政府的部分，因为这本来就是应该这个样子，并没有说特别要求来制定相关于这部分的一个规范。所有的法令规定都很明确啦。就是对政府官员本身，你们自己定的，你们本身对自己都没有规范嘛？这我认为是不对的。我们举赵峰进这个案子来看，我跟你讲，我手头上的资料，赵峰国际商业银行它102年的年报，102年的年报哦，好、哦，就已经被罚款了哦，就已经被罚款了哦。那当时的银行局的局长是现在的金管会副主委。我们在国际谈判，我只要任何国家问你这一句，你们政府的官员本身都涉及洗钱，有这个嫌疑，结果你们都还是在位，连回避都没有，你要怎么回答？
鲍委员，那有关于这部分，我想是跟这由金管会来回，但是说在我们的房子洗钱里面呢，我们是不分你的什么一个身份，我们的有证据就办。另外哈，还有就是政府的官员这部分呢，其实我们还有贪污治罪条例的个相关的一个规范，那个是比这个洗钱更严重。那都太慢了啦。我是不是建议啦，在这个本法的修正里面呢，针对这种情况啊，如果是政府的官员有这个涉嫌或是怎样的话，他就必须要调离现职，这样子才能够查得出来情况，啊，也能让国际信任。你觉得合不合理？鲍委员，因为这部分我们法务部是执法机关，至于说要怎么去行政上的处理哈，我想这部分我们尊重主管机关的一个权责。不是啊，我跟你说，要不要法条明定？你认为合不合理？如果法条明定，你认为合不合理？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在那个非 TAF 的事项限议里面，关于就是说哪些要纳入洗钱规范对象，其实对政府官员并没有规范。另外就是说，像在第五条这些要规范的范围，其实都是以危险性比较高的一个机构或人员呐、啊。那政府官员的话，通常都会比较推定那是个人行为，不是说整个机关的问题。不，我刚讲的是，如果政府官员他本身有这个嫌疑，他就不应该还在这个主管机关的位置上啊。我们要修的法令，难道只说哦他的事实像啊这样就好了？我们不能把它修的完善一点吗？我只是请教，好、哦、次长，你认为这样子把它明文规定，会不会比较好？鲍委员，如果有这方面的规范的一个需求，恐怕不是定在洗钱防治法里面，应该是在其他的法律为相关的规定话，这部分呢，应该有相关权责。我现在没有说要定在哪一条法令，我只是请教次长，好、哦，你认为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妥善？会不会比较好？鲍委员，这部分我想啊，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去做相关法制面的一个评估。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特别点出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国际谈判上，人家也不是笨蛋，那不能让我们台湾背负着好像你本身就是政府官员在洗钱的一个国家，这样子，你再怎么修改，再怎么样，有用吗？哦，我个人是认为你们应该要去看，把它明定在法令上，这样子会比较好，不能规范的所有人，政府官员本身都没有受到明文的规范。然后到时候再解释法令，都是对政府官员有利的，这样子是一个不对的。好，谢谢。好，非常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徐玉仁委员。欸、主席好，邀请这个常务次长张次长去，还有外交部，外交部陈专门委员，哎、欸，早哈，我最近有外交部黄科长，是、okay. 我最近在这个媒体上有一则新闻露出啊，谈到说，因为这个赵峰案啊，导致台湾跟巴拿马的关系，紧张陷入焦灼，不知道这一部分的情资你们掌握的状况是如何？因为这个东西发生以来，跟巴拿马连在一起，然后听说造成巴拿马政府不爽，而且对于台湾没有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伤害到两国的邦交，我想求证一下有没有这回事。然后赵峰是不是现在在巴拿马当地还有刊登报纸的头版的新闻去道歉，可不可以就这件事情在外交上目前的状况做一个说明？报告委员，关于这个部分，因为我这个单位是处理有关法律事务的，那至于委员刚才所提及到的，可能涉及到我们跟巴拿马的邦谊部分，这个部分是由地狱司来掌握，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容后我可以请地狱司以书面的资料向您这边来做一个报告。好，因为这个部分我在巴拿马当地也造成了一些目前的一些争议了哈，然后我们也关心说，不要因为这个案件而伤害到两国的邦交。那我们都知道，
巴拿马长期是对我们非常友好。那这个事情，我希望以外交部的角度，还有这个法务部、金管会各个单位好好的处理。那我甚至于有这个有消息说，目前巴拿马政府甚至有考虑再开我们$500,000的罚单。这个你们要好好的关注，而且关切，不要让这个事情又节外生枝，造成另外一个状况。那书面报告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我们一周内可以提这个书面报告给委员。好，谢谢哈。是，好，好，你请回，谢谢。好，次长，我请问你哈，投影片下一页，谢谢。我们台湾啊，在2014年。总共申报的金融可疑交易记录6000多件，相较于美国172万件，日本37余万件，您认为这个是我们是低估了申报的数量呢，还是我们根本就抓不到？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潘委员，有关于那个申报的话，就是疑似洗钱。那当然了，那个美国、日本哈，他们的人口数量相对我们是的那多很多，当然这部分会比较高。另外，当然还有就是我们洗钱防治法哈的，就是因为这样哈，我们认为有所不足，才需要做相关的一个修法，提高哈相关的一个注意的一个义务。那你估计什么样才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实状况的数字？这部分我们很难评估，就是说只要有符合哈那个我们洗钱防治法所规范的一个事项，我们都希望都能够来那个哈那据实来申报。我想这部分呢、对于整个完善我们国家洗钱防治的相关的一个环境，应该是有所帮助的。那未申报可疑交易啊，这个事情其实跟整个网络科技，还有跟整个金融业怎么样面对这一个新的科技的一个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那未申报的这些可疑交易，你觉得目前的状况，你们应该怎么样去防范还有查缉？报告委员，有关于这部分啊，那个目前我们那个洗钱那个防治的相关的法制面，的确是有所缺失不足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去透过这样的一个修法的一个哈、的一个通过的话，我们完善相关的一个机制。如果是说这部分呢、能够确实的去落实的话，那重点是在法制面的问题，制度的设计，还是你们执行面有问题，还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出了现在说？实际上发生的数量跟我们通报数量差距那么多。报告委员，我是调查局洗钱防治处处长。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的申报数量，坦白讲，我们并不是很满意。是，但这是2014，但是今年呢，已经突破了10000件了。所以从2014到2015，我们有大幅的成长。那这个成长的原因当然很多，可是。我们一直在跟金融机构，一直在这个跟金融机构有一个这个，我们平常会派我们同仁到金融机构去跟他们互动、教育训练，希望能够提高他们防治洗钱的一个警觉性。因为申报可疑交易基本上是要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他依照他们的这个业务上的一个判断，主观的一个判断，对于这个交易是不是可疑，他们先进行初步的判断以后。那么决定这个是一个可疑的征兆以后，他们才会申报过来。处长，我希望这一块啊，你们加强哈，是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金融管制机构，如果我们的银行对这个东西一点 sense 都没有，然后还要你们派员去那边上课，然后把那个当成是教育训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洗钱防治，我们有很大的问题。是在别的国家是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最高的机密。在做防范，我们不能够把它当成是好像是上课教育训练这个方式来做。我希望对于金融机构的银行业、金融业所有洗钱的防治，调查局法务部这边可以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做法还有报告，因为这关系到整个行业的治理，还有整个国际对台湾金融的信任，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就请一个积极的作为啦，吼，不要把它当成是说，因为现在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开始风声鹤唳的去做。
那我希望你们定一个比较清楚的两年的计划，把这个计划呢如何实施，如何把台湾洗钱的防治的方法纳到跟国际同一个标准，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我想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好，下一页。现在啊，这个洗钱的这件事跟巴拿马报告里面所这个有很多复杂的东西，我不晓得现在以法务部你们目前掌握的状况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里面前阵子公布的巴拿马报告里面有没有可能还有台湾还没有爆发出来官股或泛官股之类的洗钱的可能性？报告委员呢，有关于这部分哈、啊，那个所有包括媒体的报道哈，或者是说有其他的个线索哈、啊，目前呢、啊、都是由台北地检呢、啊，他们总共是有两个组哈、啊，有五位检察官哈、啊，在全面的搜证在调查之中。巴拿马报告啊，非常的高度的敏感，我希望我们好好处理这里面非常敏感的内容，里面该有该去办的。我希望我们的法务单位、调查单位，第一个可以是最快的时间去通报，不要等到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两三个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才从媒体上得知。这点你可不可以做一个保证？潘委员，我想这部分呢、啊，那个台高检他们也组一个督导小组哈，那个台北地检哈，我想这部分因为他们在全力的侦办，只是当然是受限于侦查不公开，我们不方便在这边加以透露。对，我要再次强调哈，这个巴拿马报告里面如果再有台湾可疑相关的洗钱的案件，会对台湾的国际形象是一个重大的重创，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非常严肃的去看待，那也尽到你们法务部调查局各个局处单位应该有的责任。好，谢谢委员，我们会转达台北地检。好，那最后就是台湾在参与国际洗钱防治这一块，你觉得我们落后其他国家多少？该如何去保？该如何赶上？鲍委员，有关于洗钱防治法，这个我们是亚洲本来是第一个，当然是在这一段的时间哈上哈，在法治面呢没有就迎头赶上那其他国家的一个进度，所以这部分我们从102年开始啊，法务部就跟会同所有的相关的机关哈，行政机关还有我们相关的民间事业的一个机构来积极的来进行这个修法的一个研商哈，经过了一个讨论呢，所以那个我们这部分把洗钱防治法最新的一个草案呢送到大院来审理，我们相信如果这个法能够通过了，绝大部分都会符合 FATF 的一个规范。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开始在做这部分的一个事情。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现在目前赵峰案查到最后，如果真的是内部的一个物质，就是所谓的数字写错了，就是所谓的形成内部管控的这个乌龙事件。那请问我们国家的泛公股的这些国营事业的公司治理，或是国营事业的内部内稽内控，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是不是要全盘的检讨一番？鲍委员，有关于那兆丰金哈，那这一部分哈，那当的确是他的内稽内控哈，这部分哈，那个有所缺失，我想这部分哈，那个主管机关呢，应该会就这一部分会做全面的一个检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一个兆丰金有这样的状况，代表所有台湾的国营事业的内稽内控都要全面性的检讨，在这边严重的去呼吁，谢谢。好，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蔡宜文发言。有请次长，张次长请。那也请这个金管会这个副局长庄副局长。委员好。好，金管会庄副局长请。
次长、副局长好哈。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兆丰案目前办到现在，我刚看到几位委员都说，好像目前是兆丰银行在有一段期间，在2013年那一年嘛，哈，他把44.9亿把它物值为44亿，所以申报金额过高，申报错误物值才会造成了这样，被罚款哈1.8亿美金的一个结果。那我想要请问的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物质，这个物质但是差了40亿，差了40亿，40亿美金。那是如果没有这个物质，剩下的那4亿，难道不是洗钱吗？剩下的4亿有没有洗钱？也是有一样没有申报嘛，对不对？这部分是不是要请我们金管会说明一下？剩下那四亿是什么？喂，是包括委员。虽然他那个金额是物质，可是他有因申报未申报的交易笔数是确实的，估计起来还是有100多笔，所以其实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话，美国的 DFS 罚兆丰，他最主要第一个应该就是内控法遵，等于是整个制度面的失灵。然后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他因申报未申报的笔数过高，所以才罚款的。对。所以你认为说，如果是只有四亿，如果我们照实填的四亿，那隔一年2014年是20亿嘛？哦，是20亿。所以你认为说，如果第一年因申报未申报的是4亿，那第二年20亿因申报未申报加起来24亿，这样的金额是过高还是过低？这样的话会不会让美国罚款？报委员，那个物质的那个金额是103年的，对，103年，2014年，对，所以是103年的交易。可是它总共是101年到103年，DFS 在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有100多笔，它就等于是说它退汇的交易，它有些报，有些不报，那不报的那个笔数又比报的笔数多，所以 DFS 就会认为说它在整个洗钱。疑似洗钱交易的申报上面是有问题的。那我想要问的就是说，在2010年的时候，已经这个美国 DFS 已经针对兆丰银行类似的一个状况，已经罚了20,000美金。那罚了20,000美金后，基本上这个也都刊载在兆丰银行的一个董事会的一个申报。那在当时我们到底国内，我们金管会到底知不知道这个20,000美金这一件事情？鲍委员，那个20,000美金应该是巴拿马那边的主管机关发的。巴拿马的？对，所以不是美国纽约的 DFS 发的。那至于巴拿马的那个20,000的罚款，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其实打从一刚开始他检查报告的缺失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极力要求他要。那知道是谁知道？当时的金管会是到底谁知道这个兆丰罚这个巴拿马被罚兆丰20,000美金？他会按照那个公文会报到我们报到我们局里面来，那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检查报告，所以我们会要求他说配合当地，因为他一定要按照他在当地经营，一定要符合当地的法令嘛，所以我们一定会要求他说要配合当地的法令，要确实改善。那所以后来是因为他的改善的措施有符合主管机关的要求，所以他那个金额其实罚款的金额才不高，就是20,000美金。所以你们知道是指银行局知道，那银行局知道，对，当时的主管都知道，对，大家都知道20,000美金，对。那在20,000美金后，你们有要求兆丰银行要针对被巴拿马处罚这个20,000美金这件事情，要求兆丰银行要加强他们。法遵的一个控管嘛，对，有，有跟他们要求，有，但是他们还是继续一样没有去申报。那个是巴拿马那边的处罚的状况，可是现在的话，应该是说主要是在美国纽约的这边的状况。好，那好，你可以请回，谢谢。好，次长，那。因为今天我们是在讨论这个洗钱防治的一个修法，那我想要问市长说，你们现在在
关于洗钱这件事情，它的申报，它有一个第七条规范的一个申报的一个义务。那你们把它区分叫做，金融业者跟非金融业者。那你们非金融业者，这个除了银楼之外，你们到底还有哪些是你们要定位中属于申报义务的一个金融业者，非金融业者？报委员，那个例如那个会计师啊，或者是律师啊，那个仲介那个或者是依据的，我们是依据 FATF 啊相关的一个这个的规定哈、啊，里面呢有很多的可能就是对这部分会比较涉及叫仲介的啦或公证人这部分哈、啊，我们是希望能够来指定，所以有包括律师，包括会计师和仲介或者是对，或者是公证人这些比较。有可能哈，会跟那个。那你要怎么科予他这个申报义务？他们到多少金额，他们就必须要申报？这部分呢、啊，那个会有那个中央目的事业的主管机关呢、啊，会同哈、啊、我们法务部哈、啊、来做一些的哈、啊。对、啊，可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就是你们啦、啊。不是中央那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不见得是我们。有一些像你银楼业，像那个其他的，像律师是法务部，那其他的不，那不是法务部。那好。所以这些业者，你们认为说他们在跟当事人的一个委托案件不管是会计师还是律师还是仲介业，你要怎么样去定义说，我怀疑我的当事人，比如我仲介业者，我承揽一件土地的一个买卖，那你要怎么要求他说，我去怀疑我这个买卖的这个当事人，他的金钱是跟犯罪所得有关，是属于要申报的一个洗钱防治的一个金额，你要怎么科予他这个这样的一个义务？还是说你们就以金额，只要超过一定金额100万、50万以上，就一定要申报，是这样的吗？好，委员，这部分呢、啊，会由那个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哈、啊、来订定一个有关于防治洗钱的一个注意事项，会把相关的规范，在例如说到一定的金额或什么哪一个太阳，或者是跟国内外在什么交易的各方面的那个哈、啊、有所那个这部分会来去加进，不是说无法想象啊，如果我是中介业者，当事人说啊定金100万，他就拿了100万给我，那我收到这100万，我就这个好像是洗钱的哦，我就赶快去。调查局申报，我觉得这样好像给人民科一个很大很无法想象的义务，怎么中介业者好像就变成说过去在那讲的廖北啊，这个好像是不是怪怪的？那个以不动产来讲，这个中介业来讲，比如说我们在买，一般来讲的交易的常态是用汇款的方式比较多嘛，要不就开支票，但是就是说。现在在有部分的交易上是捧着大笔的，就是现金。嗯，那这现金其实你不无法得知它到底是来自于何处，但是最有可疑。是啊是啊，那要科予是这种类型的形态。那至于律师，也不是所有律师都会纳入所谓洗钱要申报的一个的那个人员，而是属于那个非讼事件的这类的律师。所以我们会尽量在规范这些适用的人的时候，会把那个冲击会降到最小。对，但是你要怎么要求他呢？你要要求说，不管是律师跟他的当事人说，你所交给我的，不管是汇款还是这个现金，那你就说，我要去申报，我必须去这个调查局去做申报。当然说洗钱这件事，防止洗钱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目标。但是你再想想看，在实务上的一个运作上，是不是给这一些业者一个过大的一个行为义务？如果他们没有符合这样的行为义务，还要被处罚20万到100万。对，这部分事实上国际标准有这么严格吗？是一次都跟调查局报告吗？就我所知，律师业在美国，他们只要跟他们的律师工会报告就可以了。报委员，有关于这部分呢，我们是那个参考哈 APG 哈，就是那个整个那个就是 FATF 哈的相关的一个规范，它那个要求我们要去落实相关那个的这部分的一个。那 APG 有说要跟调查局报告吗？不能跟其他的，目前国内是仲介业的同业工会啊，还是类似其他的一个，至少你强度你把它拉到调查局，我一旦跟我的。当事人有一个信任关系，结果你叫我去
去把这个信任关系中，我去把它跟调查局申报，我想这个对于很多业者他是无法接受的。黄委员，那我们国内就是向调查局，而且那调查局他本来也负有保密的一个义务。调查局是有保密义务，没错，哦，但是你想一般业者会去跟调查局报告，这个在无形中这是类似在检举犯罪。黄委员，那有关于这部分呢，啊，我相信呢，啊，那个我们会参考国外的相关的一个立法的一个立法例哈。刚柯总召有说这个双轨制跟警政署不可以吗？警政署跟调查局双轨制可以吗？那个根据那个艾格蒙的那个这个的洗钱，这个是个情资，它并不是一个犯罪的证据。那一个国家也只能有一个，所以要用双轨制，可能在跟国际组织之间的一个关系可能会有一些冲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是你们法务部长官这个嘛，警政署你们又属于是内政部，你们认为这样是就没办法，是这样吗？但是如果针对在犯罪的侦办上面，那个互相那个交换的一些资讯，其实目前的运作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如果说是要建制两个一个各自的资料库，我想这部分是违反国际的一些约定上。对，防止洗钱防治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哦，但是你们现在在科与这个非金融机构的这些业者的时候，会造成这一些事业哈，哦，这一些的一个产业上的一个冲击，一个冲击，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哦，我想这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好好讨论一下哈，哦？当然说我们也不会，哦，因为这样去阻挡这一部法案的一个通过，哦，但是我们觉得未来在订定这个相关办法以及他们科与他们怎样的一个申报义务的时候，必须也要跟他们的事业的性质要把它充分的一个考量进去，这样可以吗？这部分我们都会来做，好，谢谢。好，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周成秀小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有请我们的张次长。张次长，请。委员好。次长好啊，我们今天审理的就是洗钱的这个修正防治法的修正草案哦。那我首先我还是要讲一下我心里的感受了哈，就是对目前我们的政府。对这个洗钱防治法哦，对百姓的这个感觉啦哈，还是不重视的啦哦。你看现在这个诈骗案还是这么的多哦，而且还输出到国外去哈，成为一个另类，我们台湾的另类之光哈。调查局在9月9日的时候，有押解了在印尼的一位。诈骗的通缉犯回来嘛，哈，是吧？你知道吧？9月9号，那现在这一个陈小明哈，他目前的侦办情形是怎样呢？现在是交保还是收押呢？鲍委员，因为这部分牵涉到侦查哈，我们没有进一步的去做了解。哦，所以你现在是不知情的，是不是？对。哦，那还有柬埔寨政府。在前天，就是9月20号，也将13名这个涉嫌电信诈骗案的台籍嫌犯遣送至中国大陆，你知道吧？这个我知道。哦，那他目前这个案件的进展如何？你也不知道吗？我想这部分呢，啊，因为他遣送那个到大陆去哈，啊，那我当然我们相关政府机关也表达我们的一个态度哈，严正的一个态度，非常的一个遗憾。法务部这边有没有跟大陆公安部那里协调，是要遣返还是要进行探视？有没有？这部分我们有透过哈，啊，我们的双方面的那个管道哈，啊，有就表达我们的一个对的人道那个探视啊，以及那个哈，啊，他的相关那个权益的一个保障，我们都有表达。我记得在520之前啊，这个诈骗案哦，啊，也是很多哈，啊。那在520之前的这个诈骗案，是要遣送回台，还是要遣送大陆？
我记得民进党的声音非常的大，哦，那现在这十三个台籍嫌犯要遣送到中国大陆，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都不关心了，是不是？鲍委员，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在不管我们的外交部也好，或者是我们陆委会，或者是我们法务部也好，也有多次发布的新闻稿，也透过跟大陆的一个表达，我们的一个态度，希望大陆哈，那基于彼此之间的两岸共打的一个协议，能够遣返回我们那个中华民国。那现在两岸的司法互助跟共打协议，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没办法进行了？鲍委员，在我们法务部这个区块，哈，我们目前哈有相关的一些联系的一个机制，哈，它通报的机制，目前都还那个还是畅通的，还是畅通的吗？对，我想你不要自欺欺人，也不要欺负，也不要欺骗我们老百姓，就是我们联系的机制，还有我们的一些通报的机制，哈，这部分是畅通的。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现在不是已经中断了吗？在现在沟通的管道不是已经中断了吗？因为这一部分牵涉到的是我们两岸的一些事务性的，本来就你不管是在诈骗，可能有些调查取证哈，或者是一些的情资的交换啊，或者是我们的人，我们这些的哈，就羁押的，我们这人犯的一个探视哈，我想这部分哈，本来哈都会一直持续在做的。目前两岸的协商是降至冰点嘛，所以这个。要加油了，哦，要看怎么样来沟通协调，哦，要不然我们这些台商的权益，还有我们国人的权益，哦，要重视一点呐，哦，要加油，在这个方面，哦，因为过去的时候两岸的这个沟通管道，哦，都非常顺畅嘛，那现在你说顺畅，这是骗人的啦，哦，现在是非常不顺畅，大家都知道嘛，是不是？那我也看了一下资料，就是台湾金融机构对于可疑交易报告申报的意愿非常低，资料也很少，尤其在不同产业间更存在着非常非常大的落差。那请问次长，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洗钱防治工作做得怎么样？这部分我们也是不是很满意，当然哈，所以这我们为什么才要去提出呢修法的一个草案，就希望哈能够透过这个修法的草案，那个能够来去加强相关的一个通报啊，或者以及相关的一个防治。终于有说出心里话了哈，不是很满意的哈。那现在赵丰金被罚57亿这个事情哈，所以我们的政府哦不会再自我感觉良好了啦，应该是这样，是不是？赵丰金这个事情，我想这部分呢，那个我们台北地检哈，那个是在积极的侦办之中。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哦，你真的会把小数点点错吗？这个太离谱了啦，蛮个骗啦哦，那被谁哦，公是公，阿妈无公家公，真正才好骗啦哦。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的新政府哦，要诚实一点哦。那再请问次长哦，自从洗钱防治法施行到现在。的财阀案件有多少件呢？施行到现在，鲍委员，是不是我们请调查局的洗钱防治出来来说明一下？好。哦，那是不是请了金管会的那他资料在他们那个？好，那我们请金管会的庄副局长。报告委员，我们102年财阀的案件也是一件。然后103年是一件，104年也是一件，那105年1到7月的话就是10件。哎，算算嘛，无到10件哈。那金额有多少啊？财阀的金额？105年，也就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是560万。那102年到104年的话，每年都是20万。嗯。那实施到现在已经十几个年头了，这个件数跟金额怎么会这么少？在102年之前的那个件数，我手上目前没有统计数字，可是不表示说没有财阀。好，谢谢你。那次长，请问你，是不是我们台湾不重视洗钱防治法这个领域啊？所以才导致我们台湾成了贪婪之岛，跟诈骗输出国，是不是这样子？
汪委员，那个其实啊，我们台湾哈、啊、是在洗钱防治法的一个制定呢、啊，是在亚洲我们算是很前面的。那当然在后来哈、啊，我们相关的在进度那个修，在我们在那个修法上哈、啊、是稍微有一些的落后啊。这部分我们那个从102年开始，我们就那个邀请所有相关机关啊，以及我们所有的相关的一个企业来去讨论哈、啊。所以这部分我们也提出来，我们修法的一个草案也敬请大院能够给我们支持。那再请问次长，就是我们法务部及所属的目前在调查状况是怎么样？调查局是不是已经掌握相关事证了，还是一无所知呢？调查局。报告委员，我想这部分呢、啊，那台北地检署哈、啊、有指挥哈、啊，我们法务部调查局哈、啊，包括透过艾格蒙那相关的组织哈、啊，以及透过前台的管道哈、啊，来去缜密的来去做相关的，包括我们希望有没有相关的个线索、相关的哈、啊、一个证据资料。那因为目前呢、啊，在台北地检的侦办之中哦、啊，我们不适合在这边来加以说明。好了，希望你多为我们国家出一点力，多用一点心啊！好，感谢，感谢委员。好，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段宜康委员。段宜康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休息十分钟。主席，我们请张次长。然后请经管会庄副局长，张次长、庄副局长，请。委员好。调查局洗钱防治处一起上来好了。市长，哎，李处长。市长，这个我们院版的这个洗钱防治法，我坦白说，我觉得不够勇敢。我的看法跟这个柯建铭委员一样。你们把旧法的这个譬如说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啊，那么跟这个原来的这个旧法是一样的啊，就是把银楼业特别标出来。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大概什么叫做洗钱啊，它可能有不同的阶段，对不对？但它有非常重要的两个阶段，一个呢是把这个非法取得的金钱，或者是说他不想让人家发现的这个金钱啊，他把它变成合法的这个金钱，然后存在合法的这个机构里面，好，譬如说银行，大概我们简单讲大概是这样。好，那过去呢，这个银楼啊，这个银楼大概包括这个叫做金银珠宝业啊，因为它贩卖的是包括这个高单价的物品，包括贵金属，所以很容易变成把金钱变成货物，或者再把货物这个物品呢、啊、转换成金钱，所以特别被锁定。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洗钱的太阳非常非常的多种，但是我们做列举啊，还是只列举银楼业。那其他的这个行业或者人员，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可能往往被作为这个洗钱的管道或者是过程的其中的一个经手的这个阶段。那我必须要特别说明啊，包括刚才柯委员所提到的，包括律师。包括会计师等这些行业，他可能本身并不有意的参与这个洗钱，可是他被当作工具，所以必须要刻以他申报的责任。我想我们这个是做这个修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精神嘛，对不对？对。那这种授权主管机关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去提报给行政院，由行政院来发布，这个是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会授权给这个主管机关。那如果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已经想到了，那你为什么不明定呢？所以必然会让外界会质疑说，是不是法务部或者行政院在定这个洗钱防治法的修正案的时候受到什么压力，
有什么顾忌，所以在送了修正案在行政院的时候，不敢把这些行业放进去，或者未来你们会不会把这些行业放进去，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为什么行政院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说我们明知它有可能会作为洗钱的工具的这些行业应该要被管制的，你们在这个金融机构机关里面，金融机构里面洋洋洒洒的列举了17项，然后这个第18才说其他金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指定的金融机构，然后非金融机构或者从业人员只列举了一个银楼业，原因是什么？潘委员，有关于这部分，在旧法哈，就是目前我们的现行法里面本来就有银楼啊。当然，我们在那个行政院哈，我们法务部在内部在讨论的时候，那个也有那个哈，就我们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也是认为那银楼业是不是把它放到指定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现行的法里面有规定，银楼把它拿掉的话，那会不会就觉得我们这部分哈是怀那个认为我们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在，所以我们要保持在里面。那至于说其他的，我们当然是那刚刚的委员哈那所提到的，哇，律师、会计师哈相关的很多的一些的那个哈的非金融的一个事业的一个或人员哈，这部分因为有可能会去变动。那如果我们把它完全的定的那么死的话，对，万一有新的一些行业或怎么的，会可能会有挂一漏万之余。所以这部分哈，我们就有我们相关的。来来来，那你讲几样你们在讨论的时候曾经被提出来的行业？给我听听看，但有律师和会计师、中介、公证人、不动产的，还有买卖业，或者是有关于契约的，我想我们有很多，对对，哎，都有。这个其实也是国际防治洗钱的规范里面所列举的行业嘛，对不对？你把金钱要转移成可转换的物品，这里面包括不动产，对不对？甚至现在包括虚拟货币。有可能啊，我跟金管会请教，我跟副局长请教，你知道2013年，你们金管会有代表去参加乌兰巴托的这个叫做国际洗钱防治的，在亚太跟欧亚地区的国际洗钱防治的会议，您知道这件事情吗？嗯，没有，不晓得，没有，因为我们一般参加的洗钱防治有，哦，对，那次有。您去参加的是一位陈天志科长，对，是银行局的吗？对，是银行局。在现场吗？对，今天没有在现场。您知道你们金管会在这场会议里面所提的这个报告是什么？哪一个领域？您知道吗？他回来写了这个报告。是虚拟货币的。虚拟货币。对。就虚拟货币作为洗钱工具的这个研究的报告，那。这个虚拟货币它有必然有交易平台，这个交易平台要不要作为一个我们作为洗钱防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规范？这个其实在台湾还没有发生过了，因为台湾的这个虚拟货币其实它大部分都是封闭性的，而且它大部分最常见的这种包括偷窃或者是作为这个转换的这个金额都不高，但是必然这是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一个方向。除了这个之外，拍卖平台呢，对不对？我们也都会知道有一个例子，来，这个牌子借我一下。那这个牌子，我可以拿到拍卖网站上面去拍卖，然后我可以说我底价是1000万。为什么？因为这是游美女曾经在历史上主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放在主席台的记录人员席的这个牌子，然后上面有游美女的签名，所以这个。被我段宜康拿出来拍卖，说这价值1000万，一般人讲啊，你没神经病，啊，但是如果有人买了呢，那它合法不合法？我这个牌子就转换成1000万台币了，那你怎么处理？所以他把一个不晓得为什么的这个金，不晓得为什么人家要去买这个1000万买这块牌子，他的钱。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它是不合法的，我们也不晓得，没有办法去猜测它有没有什么犯罪的可能。唯一的一个就是它很傻，
但是傻不是罪啊。所以为什么这是柯建铭在刚才我听到他第一个质询，他为什么提出的质疑说，洗钱本身啊，这种行为不构成犯罪。这是我们现在这个修法的逻辑，还是用旧的逻辑？洗钱本身不构成犯罪，他要这个洗钱的动机。过去我们要他这个犯罪定罪之后，他是这个重大犯罪不法所得。那现在呢？你们的修法变成说，我不需要定罪，对不对？但是呢，他还是必须是不法所得，没有错吧？但是这次我们被罚，这个赵丰金被罚，不是因为像刚才林德福委员所讲的说那个擅写错误啊，那个表不是这个原因啊，而是因为你没有照着规范去确实执行你这个银行你应该要去注意的事情。2012年，这个汇丰银行的这个规模是兆丰银行的这个好几十倍以上啊，几乎大概是全国资产最大的一个银行，对不对？汇丰银行这个事情闹得多大，被罚了19亿，超过19亿美金，600多亿台币。但是我们兆丰银行被罚的也不轻啊，如果照规模来讲，我们被罚了57亿台币啊，是它的1/10啊，这个也很可观啊。可是你知道汇丰银行它有多少法遵人员吗？在全球啊，超过3000个。你知道汇丰银行要花多少成本去建制它的防治洗钱的系统跟它的法遵人员的人事成本？超过8亿美金。相对来看，我们对于洗钱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对于负有申报义务的这些人的规范，我们都不够勇敢。防治洗钱是一个极花钱又没有效率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看到成果的事情，我坦白讲。但是莫可奈何，必须要做。正因为它成本高，它没有效率，它没有办法看到成绩，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做。你银行局有没有去统计过我们每一个银行花在洗钱防治每一年的成本？你知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们其实不用心，你们没有去比较人家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兆丰不，汇丰银行即便是这样，也变成毒贩洗钱的天堂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做才会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交代，然后让我们对国际社会有交代？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一个洗钱防治法就可以解决的，更何况我们这个洗钱防治法定的不够勇敢。这个当然我们在处理逐条的时候再来处理，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周春明委员。哎，我们先休息10分钟，现在休息10分钟。
我刚才想说，哦，这为什么这个有办法洗钱吗？那你说就，后来想，哎，那就钱币犯罪。可是从这些行业可以捞上很多钱吗？也很难吧。所以我看到没奇怪，没有用。前面就把它卡死。好，谢谢啊。
较先进的。这很有趣，他怕拿到假钞。对，就是看他真的新台币，你在我的面前拿到假钞，然后我轮到我的手啊，不要再经过我的手。对，很有趣。汇款啊，对啊，对啊。现在一般都是汇款。对啊。哎，他中午会不会又不想休息？为什么现在休息时间这么好奇怪？对啊，那两条弄好，哦，那个更保暖，那一条弄好。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那下一位，我们请周春明委员发言。主席，我们还是有请那个张次长。张次长，请。委员好。次长好。那在讨论今天审查的这个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前，我想请教了哈，就是说法务部是作为中华民国政府这个行政院的一个，我们认为他应该是首席的法律顾问嘛哈。那在照不要谈到说你们是检察机关的这个那个长官了哈，就是说在赵峰案这个部分，现在就被告被列为被告，他们所牵涉的背信罪或者是内线交易犯罪这个部分，那我想请教法务部的意见，在这个犯罪就是说有犯罪嫌疑的时候，检察机关是不是有足够的法律依据或者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可以做这些财产，就被告的财产来做扣押，包括犯罪所得或者相关的损害，在背信的部分是损害的部分嘛哈，那在内线的部分可能就有所谓的犯罪所得，那我想了解法务在这部分的法律意见是什么。在法律上，当然如果是有犯罪的话，有所得的话，依照法律规定是可以来做这一方面的一个动作。但是因为这部分，那个北检都还在厘清之中，所以这部分那个北检并没有启动这样的一个程序。北检是没有启动这样的程序。那如果说是在法律的认定上面是有犯罪所得，尤其在内线交易这边有犯罪所得的话，目前检察机关是可以去做扣押的这样的处分嘛？这是很明确的意见嘛？对不对？是。但是目前是没有，目前北检还没有做这样的扣押处分，是不是？目前呢，我在手头上没有这方面的资讯。好。那今天的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哦，当然审查到现在还有相关的书面，我们是有这个修法的背景跟必要了哈。本席当然是尊重这跟支持，只是说这个法案的修正条文哦，我们认为有很多不太明确哦，而且也刚刚段委员认说是定得不够勇敢了哈。那我个人认为是定得不够严谨了。我会想到说，上个会期我们在审这个资恐防治法的那个情境哦，有一些法条。那我大概先，当然在逐条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来讨论，但是我想几个大方向还是要先提出来。像第二条，第一款跟第二款，我们常在看刑事条文的人，事实上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两款之间的区别了哈。你要认为说他洗钱最重要最后的一个结果是说他有移转或变更重大犯罪所得，这是你在第一款的规定。那你第二款又把它挪到前提说掩饰或隐匿重大犯罪所得的本质来源去向，
目前我本席来看说，这一款跟二款，事实上它规范的范围实在无从去区分，说为什么要变成两款，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那个，我想再从律师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非金融事业人员来看，这个第十条，金融机构及指定的非金融事业人员对疑似哦，疑似这个也不太明确吧？我们之前的旧法是说你，如果他能够证明没有故意或过失的话，可以不他可以证明没有故意或过失。现在是疑似，疑似他就要受到这样的一个处分处罚，这样一个很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我觉得主管机关这部分要再更明确。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处罚他洗钱这样的一个罪责，可是你在十四条的部分，你有两个法定刑啊，第一个是。有第二条各款所列的洗钱行为处七年以下，那你第三项又说不能够刻意超过其重大犯罪锁定最重本刑，这样有两个，第一个你是第一个门槛说你不能定超过七年，然后第二个说那如果说你原来的本罪是判个五年的话，你绝对不能判六年，法律上的解释似乎是这样，可是你是有两个法定刑在，到底我就是一定不能判到，如果说他原来的本罪是没有判超过五年的话，我就不能判超过五年。那如果原来的本罪还没有判呢？就这些法条，我们有这些疑虑了。那当然，将来在逐条的时候，大家会讨论。只是说，这样的一个法案，当然我们知道主管机关你们有你们的行政上还有面对国际组织的一个压力，但是毕竟你们是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个法务部门嘛。我想相关的法律在提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再更慎重一点。那接下来我想再具体讨论一下，当然刚刚有讨论这个非金融事业人员嘛，那现在大家见仁见智啦，就是你们的立法架构是把非金融事业人员是放在空白授权里面嘛，好，你们没有像那个金融事业那样很明白的列举嘛，哈，那这个当然从某个角度来看是不够勇敢，但是其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也有恐怕也会侵害到某些事业人员这部分的权益了哈，因为你空白授权，所以我想很明确的可以要求你们在订定相关的非金融事业人员要受这样的一个规范的时候，一定是要跟相关的事业的工会或者他们的这个团体来沟通。那目前我们听到的是没有的啦，就是说这部分的声音是他们是充满疑虑的了哈。那这个我们举一个比较明确的例子来讲，就是说今天这个第十条，刚我有提到说我们来看这法条其实都会有点害怕哈，金融机构及指定之非金融事业或人员对疑似犯十四条十五条之罪的交易就要来跟调查局申报，那当然本席可以理解说为什么要跟调查局申报，因为你们的洗钱防治处是设在调查局嘛，可是呢一般我这个当然对调他们要就是他们的原罪，当然对调查局大家本身都会存在就是一个情志，就是一个检调的司法机关嘛，那今天跟洗钱防治处来联系在疑似的时候，这会让我举一个比较单纯的例子，这会让律师在执业的时候就陷入两难嘛。刚刚那个检察司的副司长他是有提到说，将来律师的规范是只有在非讼的部分，诉讼的律师不要求，但是这个在条里面是看不出来的。如果我今天律师，我因为执业的关系，我知道我的当事人可能有这些犯罪太阳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去跟你们科宇律师的业务，他就是要去跟调查局申报。他怎么可能去申报？他当然第一个这个牵涉到道德专业伦理，第二个这个传出去以后他也不要混了，所以这个规定事实上已经侵害到，不要说是人民的诉讼权，事实上就不要说牵涉到。影响到律师的工作权，这个也已经侵害到人民的诉讼权了。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也会要求说，法务部将来你一定要跟相关的事业来做沟通。但是它的前提，在外国的立法例上面，事实上他们是透过就是说跟工会
工会来管理，但是目前我们的工会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一个看法，说我将来要负起这个责任来管理？因为事实上这个组织啊， FATF 我们了解了哈，就是我们查到的文献，它的总部是设在巴黎的一个国际组织，它成立27年，那现在有37个会员。那这个它是一个欧陆法系的一个组织，但我们是它做出来的建议到底是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那就我们了解，我不知道我的文献到底正不正确。事实上，日本有这样子说，有要求他的律师要去做通知吗？要去做申报吗？这个部分，我想可能你们在订这个洗钱防治法，我们要有它的效果嘛，你不能把这边的全部人都网之进来，叫他们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你的规范又不明确的话，对他们也造成侵害，那对国家或者这个法案的执行严谨度也造成伤害嘛。所以本席会在这边要求说，至少当然这个法案有优先它的必要性啦哈，就是所以我们本委员会也是列为优先法案在审查，我们委员都是积极在配合，但是我们会疑问说，法务部是否已经跟相关的职业团体讨论协调，你们做好配套没？至少我个人了解的全国律师联合会、台北律师工会，事实上都是反对，初步都是反对，形式上都是反对，但是他们也认知说我们律师有这样的责任，但是呢，到底要规范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们要做什么样的相关的配套措施，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那这个就会限于说，现在大家在批评的民进党的政府，我们的政策是一回事，我们要改革是一回事，但是沟通又是一回事。我想法务部门这部分要做一个比较，在这个法案上面，你们要推出，要能够提出更完整的修正跟更完整的说明，这是本席的要求。谢谢。好，非常谢谢。下一位，我们请许淑华委员。谢谢主席，麻烦主席邀请张次长。张次长，请。委员好。三好，我想那个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大家对于洗钱防治都有一定的一个观念跟积极要去处理那同时呢，我们近年来发生洗钱的案件大概有两种特性一种就是他犯罪呢会将他的这个所得就是转移到国外去洗钱，那另外呢就是犯罪行为是跨国化，那可以大概分成这两类啦那我想请教就是根据我们国际社会防治洗钱犯罪的经验不管是贩毒啦或者是掳人勒索抢劫啊、贪污等等的，他其实都会利用洗钱的管道，那么将这个钱洗白，日后他可以去方便使用嘛那我要想请问一下，法务部这边知不知道目前他们这些洗钱的罪犯他惯性的管道有哪些？这部分的话，我们洗钱防治处可能会更了解，是不是？可以请洗钱防治处。委员好，是这个一般我们这个洗钱的管道是很多的，那有的是用那个假的账户人头账户，也有用那个贸易，以贸易假贸易的方式，这个太阳呢可以说是多很多样化。我大概整理的也大概是有五种了第一种就是经由我们银行的系统将这个钱呢存入银行，那么转换成支票啊、国库啊、等等的。那第二种呢，就是利用非正式银行的系统，比方说银楼啊、珠宝啊，对不起，然后把这个呢转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或者是黄金。那第三种呢，比方说是这个他是利用中奖的彩券或者是这个乐透那么他将这个钱呢付给中奖者那么将这个利润大概有分成10%啊、15%不等那么会再给这个洗钱者拿去做这个领取那另外呢，就是利用赌博的娱乐场所将这个钱就是大量的小额变换成这个筹码那么再进到赌场里面去
变换这个大额的现金。那另外呢，第五种就是走私货币，或者是利用海陆空的各种管道哈，将这个就把它运离开我们的国境。大概我归类了这五种哈，那有没有我没有念到的？比方说是还是很多惯犯习惯用的这些的管道，是我比较不清楚的。是，基本上委员今天把它归纳的这几类都差不多有涵盖到的。那现在比较就是网络上的这一块的哈，它是有关这个虚拟货币啊，刚刚委员有提出来过的。那这是一个新兴的趋势。是，那这个那你也提到一个新兴的趋势，现在目前的掌握状况呢，或者是我们研拟的办法是什么呢？目前我们现在是因为整个这个太阳还在发展中了，那我们也跟学界也在探讨，就说将来在这个防治洗钱这个机制上要怎么样来防范这样子。所以等于是说旧有的这我刚刚提的这五大管道当中，你们目前可以掌握跟破获的案件有多少？那么虚拟货币现在一种新的太阳出现，你们现在有没有实质掌握或者是已经有破获的案件数？目前没有，都没有，没有。那现有的刚刚提到的这几个管道当中，你们有破获的案件有多少吗？旧的洗钱案件本身破获的应该也不多。好，那我请教一下哈，我们大家都有提到，就是在1989年的时候 ，FATF 他提出了有关这个40点的建议哈。那对各位来讲，认为有没有参考的价值存在？这是我们国际防治洗钱的等于说一个圣经的，它基本上它要求各国要遵守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共同防治这个防治国际洗钱这样子一个。那对你们来说，觉得他提供的这些建议哈，不只是圣经啦，我想要请教哈，他们提出的第26点、27点当中哈，金融情报中心的权限及资源哈，那么金管会这边哈的看法，可不可以请主席先邀请金管会的也说明一下好吗？金管会专务局长，请。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是如何来就是，如果我们有发现一些比较可疑的交易的话，那我们是怎么样来做掌握跟了解的？是跟委员报告，基本上金融机构在整个防治洗钱交易的过程当中，它比较扮演的是一些预防性的角色，所以基本上就是客户到金融机构来的时候，他在建立业务关系的时候，他就要对客户的身份做一定的确认审查。那接下来的话，就是一旦已经建立业务关系，通常就是所谓已经开了账户之后，那既然他已经做了身份的审查之后，他应该就很清楚说他开这个账户的目的性质，所以后续他就应该就是一次洗钱交易的监控，也就是说当他开始发现这个客户他的交易跟他当初开户的目的或身份有不一致的状况的时候，就会符合一些洗钱的样态，所以他们就会把这样的交易的性质、交易的金额还有交易人的姓名会报给FIU， 就是所谓的我们在台湾就是那个调查局这边，然后供调查局他去做后续的在做侦查的事情或分析。好，谢谢哈。那我现在抱歉，主席，再麻烦邀请调查局哈。那调查局李处长。好，那我请教一下调查局，我们关于洗钱或者是提供就是这个恐怖活动资金的这些相关的情报哈。那么我们防治处这边呢，有没有针对财务的部分有个团队来做侦查？那么另外呢，我们跟其他国家有没有所有的这些权责的机关，我们有没有共同侦办的这样的绩效哈？特别是跟大陆方面有没有？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这个洗钱防治处是我们我国的金融情报中心，它受理这个金融机构申报的，我们统一称为叫金融情资。那这个情资是不是有价值，我要经过我们专业同仁的一个分析，包括调取相关的资料进行分析以后来做研判，看可能会构成哪一类的犯罪。那我们研判以后构成那个有构成犯罪的这个事项之后呢，我们会移送到司法机关。那这个移送到司法机关，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一个线索情资。那至于能不能成为证据，由司法机关继续做后续的这个侦办动作。
好，谢谢哈。时间的关系哈，我再请教一下。过去呢，我们的洗钱防治法的必须他的那个洗钱罪哈，必须要到有500万的这个以上，他的诈欺罪才成立哈。那么也不包括刑法的第339条之4的电信诈骗犯哈，诈骗罪。那么，但是我们根据这个警政署的统计，103年的诈骗案件呢发生的数字哈，跟是20000多件，跟去年相较哈，是增加了4000多件。那么以电话手机的诈骗其实上是比例还是最高的，那么加总起来跟网络诈骗呢总共占了7成1。那么警政署呢，我想还特别为此成立了一个165的反诈骗资讯的专线。那我现在要先请教一下哈，那法务部跟警政署这次我们对于这个修法哈，那彼此之间我们怎么样更有效的一个制裁？那在法务部跟警政署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密切、更有效率的在掌握这个时效性？好，那非常谢谢委员呢。有关于这部分的反诈骗哈，我的确是国人非常关注的议题，也是我们政府机关非常重视的一个课题哈。在过去的这几年间，那个法务部哈的所属的检察机关，跟我们警政署调查局哈以及相关的那个司法警察机关哈的密切合作，其实我们的台湾在防治诈骗哈这个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成效，所以很多的诈骗犯他们转移到那个其他的一个国家，而衍生了最近的一些的被遣送到大陆的一个情形呢，往这部分呢，我们的法务部的所属检察机关一定会跟那个我们相关的司法警察机关在更通力的一个合作。我们希望能够让另外还有就是我们洗钱防治法这个相关的，以往有一些的在尤其是目前的两岸可能有一些的在有一些目前的是有一些的包括那个证据上的取得有一些的困难那如果洗钱防治法一个通过的话，他只要有违反洗钱防治法的相关的这些的太阳的话，就可以独立一个处罚。我相信对于加强打击犯罪诈骗的犯罪是有相当大的帮助。没错哈，但就是我们希望警政署跟法务部之间彼此，我想未来可能都还有，我不晓得你们彼此之间的合作的模式包括公文的调动，大概彼此需要互相提供的。就是在支援的时间上是多久哈？那我们只是希望说，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更有效率，在内部可以更简化更多的流程的话，我相信对这个打击犯罪是有更明显的一个帮助呢哈。那另外就是现在因为两岸共打的关系哈，那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在这几个月当中，我们上了很多次的国际版面，这个对我们诈骗台湾这个形象确实是很不好。那我们也希望，尤其跟大陆方面最近有很多的这些诈骗犯也在大陆当中那我希望这方面还是法务部能够更积极的去处理了哈。虽然现在以中央的立场也没有九二共识，那么两岸共打能不能再继续的往下走，或者是有没有更明显的一些的发展哈，这也是我们相当关注的哈。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你们能够再多做更多的努力哈。最后我请教，现在我们跟哪些的国家有签订防治洗钱的条约吗？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跟38个国家签的所谓的 MOU， 合作备忘录。那么是以东南亚国家居多吗？都有。好，那这个三十八个国家是吗？三十八个国家、麻烦你再提供给我好吗？好，好，谢谢。好，谢谢几位，谢谢。好，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郭正亮委员。是不是先请法务部的代表？张次长请。委员好，我想这个洗钱最后还是要牵涉到证据的认定啊。那我先问一个具体的个案啊，比如说兆丰银行，他现在说是误散啊，那以你的角度，你接受这样的说法吗？因为这部分目前相关的资料正由台北地检来侦办那到究竟是误散或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相信台北地检署他会把它去厘清。那假设我们台湾调查出来的结果发现兆丰银并没有欺骗纯粹是行政的自己的疏忽那你认为美国就会接受吗？
我想这部分我们是完全是依照掌握的相关的施政，我相信呢我们检察机关，我现在就是要问你啦，就是说如果我们台湾方面对于证据的彻查发现纯属行政失误，那是不是可以跟美国要求降低罚款，是不是这样？有关于这部分，因为不是属于那个法务部的一个权责，我想这部分恐怕我们没有办法来去说明的。你是说还是属于金管会是不是？对，应该是金管会。那是不是请金管会代表也上来一下吧？这个次长，你先就坐啊，不好意思啊。是，报告委员哦。是。其实他这个误算的金额，基本上是指纽约跟巴拿马之间汇款的金额，对，他有误算。对。可是他基本上他该申报未申报的笔数，其实这边没有讲得很清楚，说有可能他该申报未申报的笔数还是一样。哦，所以不是实质金额的差别，对对对，是因为那个行政的对那个手续没有完成啊。对，是他就其实他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说，他该申报的交易，有100多笔没有申报。对，可是您是银行局吗？对，银行局。那我请问你一下，因为早先据了解是彭总裁写了一封信嘛，那本来处罚的金额是3亿美元啊，然后降到1.8亿美元，那表示这是一个合议处分的过程嘛，表示说我方如果出具相当的理由就可以请求降价，那这个误算本身可不可以构成另外一种合理的理由？这个这一点其实我们有跟兆丰银行再做过沟通啊，因为他们查证的结果其实不是44.9亿，是4亿、对，所以其实有跟兆丰银行说是不是要去跟DFS 再做沟通，那这个金额是不是可以再调降。那兆丰银行那边去讨论的结果是，他们认为说他们已经把这个 consent order 已经签了，对，所以代表他就是承认所有的东西。那一旦他不承认这个 consent order 上面的数字的时候，就是代表说他这个 consent order 他不同意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在不那个二月签的时候啊？对。二月签的时候表示他还不知道有误算的问题吗？对不起 ,consent order 其实是今年8月19号才签的、okay. 对。可是那个罚单3亿是2月就通知嘛，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样。对。他只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检查报告出来的时候说他会有、okay. 监理行动。Okay. 可是至于说他的监理行动是怎么样的监理行动，2月的时候不清楚。好，那8月签的时候就已经是协议之后的金额嘛。对对对对。那协议之后的金额，那个时候赵凤莹知不知道他有误算问题？他那个时候签的那个时候应该是不知道，还不知道。对，他可能是不知道。有这种银行啊？哦，他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啊。对他可能那时候还不，因为这个金额 说实在是赵凤银行他自己报给 DFS 的，那是后来他们事后再重新所有的交易再重新再做。对不起啊，你是银行局副局长是？对，是。因为这个过程哦，我做一些数字跟您报告、啊、本来外传这个纽约分行跟巴拿马分行的交易高达115亿美金啊，那后来发现扣除拆借款民间的汇款居然不到3亿美元啊，然后174笔的退汇交易，后来经查实际金额也只有1389万美元。我的意思是说，像这种原来是这么小的金额，这种事情啊，我们要被这样折磨一个多月之后才知道，是这样吗？这个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要求纽约分行，然后巴拿马分行把账户拿出来对，就可以知道这就是这个结果吗？比如说扣除拆借款，或者实际退集市集退回的金额跟民间有关，到底是几笔，是总值多少？那要折磨我们那么久？那让我们这样风声大啊，雨点小，为什么会这样呢？跟委员报告，因为刚刚委员提到所有的金额其实都在这个 consent order 上面，那 consent order 这个应该是到兆丰要签的 那一两天他们才看到这个 consent order， 据我们了解了、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对，这也是等到8月19号他们签了之后我们才看到全文。那所以在兆丰要签之前，是不是有充分的时间去仔细再核对这个数字？好，谢谢了啊、哦。我知道这个不是金管会的问题了，这个是兆丰银跟财政部公司治理的问题了啊。这个权责我了解了啊。那现在政府要启动对蔡有才民事求偿57亿，
这个是哪一个单位发动的？财政部。财政部是不是？对。那蔡有才是犯了什么天条，居然可以启动民事求偿董事长这种行动？我举例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啊？我做一个类比啊，比如说台塑越南钢厂被越南政府处罚168亿台币啊，3亿美金，那是不是有适当的单位可以说你这个造成股民损失啊，所以求偿王家3亿美金，民事求偿？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个逻辑是不是一样的逻辑？跟委员报告这部分的话是属于财政部的权责了。那 我站在金管会这边来的话，最主要就是说，其实在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董事长其实有很多时间可以做及时的处理，也许可以让这一次的处罚不会这么严重。副局长，我跟你讲啊，你在行政就责啦，还有司法就责，我都可以理解了。就说你要上纲到民事求偿，而且是针对董事长嘛，可是针对董事会。这种行为在过去政府有过吗？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其他的部会啦。那至于要对，那这个是不是隐含着未来政府针对这一类的事情呢、啊？就不排除针对董事会或最高层采取民事求偿这种策略？这属于这是很大的事情呢、欸。这属于财政部的权责。哦，这样子。对，这是属于财政部的。所以不是金管会能够回答的。不是。那。因为我知道赵凤莹跟财政部有点关系了啊，那如果是民间的公司，你们会不会考虑做这种行动？比如说造成股民损失啊，那金管会基于保护小股民的利益啊，那要不要对董事会提出求偿，民事求偿？这个可能都是从股东或者是公司治理的角度啦。这个公司治理就是你们管的、啊，当然不是银行局啦，是金管会啦。对这个部分可能是属于我们另外一个单位的权责了。好了，谢谢你啊，因为我下次再来问金管会了啊，因为这不是银行局的事情，我再问一下次长好不好？不好意思，次长，那个请坐哈，银行局的请坐。那个你们这次这个法，事实上刚刚段银行委员也有质询啊，就是有关那个非金融事业的部分啊。那你刚只有单列出银楼啊，那这个。坦白讲，这个对我们行走社会的人士来看，真的是笑话了。最大的洗钱啊，恐怕是国际之间的移转定价吧。你居然没有把国际之间的移转定价，或做假交易，把钱洗出去，或者是把价格虚报，比如说国际拍卖。台湾有多少有钱人在富比市做交易？他透过价格的虚报把钱洗出去，这种事情你们居然没有列在里面、欸、这个才是最大的洗钱呐、啊！国际的移转定价你们没有列在里面、欸、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说，你们都是针对实体啊，而不是针对行为啊。比如说你前面讲金融机构，你就明列出哪些金融机构，然后你说非金融事业，你就列出银楼，因为银楼是我们传统认知的地下钱庄嘛。那你就没有去列某些行为啊，那些行为的金额远超过银楼的金额啊，你自己把旅行社列在里面，加起来都没有它的大，那这个不是你们修法上的严重疏失吗？所以不是非金融事业啊，而是非，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明这个行为了啊。比如说博达案，博达案是十几年的 case， 博达案就是透过国际的假交易把钱洗出去的嘛，这个你们不知道吗？那对于这类的行为，你们这个法律如何规范？鲍委员，那如果是、啊、那个在洗钱防治法，我目前就是用指定的。那当时呢，银楼是原来就有。对。如果是我们定其他的，把它定在里面，又我们也是那个恐怕有。我跟你讲，很多都是透过复杂的金融交易洗出去的啦，发行什么 ECB 啦，或者是出货啦，实际上都是假出货。这个以后再跟你研究了哈，谢谢大家。好，谢谢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刘世芳委员。好，谢谢，谢谢主席，我可不可以请法务部的代表好吗？常次，张常次，请。
委员好。常次，你们在洗钱防治法的修正案里面的第十四条哈，那边有提到说，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者是国际组织依第十六条所签订的条约等等这些啊，要请求我国来执行啊。有时候我会怀疑说，依照我们现在台湾的国际地位跟国际关系，到底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啦？哈，十四条修正条文十，有没有可能做到？对对，我们列到十八条就对了。列到十八条，还是 OK？ 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个？我想这部分我们是已经跟相关的一些国家是有签订相关的一个备忘录。另外，我们透过国际司法互助，我们也跟有一些的国家有达成。现在国际司法互助只有三十八个国家，不是吗？刚刚你不是要回答以前的？这是洗钱方式的，对对，是有签。太少了吧？我们是不是有？我们有一个艾格蒙联盟，你听过吧？艾格蒙我知道。好，现在艾格蒙联盟在我们台湾的负责机构是谁？是。调查局，调查局，好，那您请回哈，那是不是请调查局长，还有洗钱防治处的处长？那个调查局李处长，请。来，您在走来的过程当中，我再请教你一下哈，艾格蒙联盟，我们台湾加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1998年。1998年，那艾格蒙联盟，按照我从外交部里面得到的资讯，现在的会员国151国。没错。可是刚刚那个张次长所提到说，跟我国有司法互助协定的只有38，或者是比38更少的国家。那在151国里面，如果我们是会员国，我们是会员国的话，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艾格蒙组织里面的洗钱防治的这个金融情报中心的平台，来处理有关洗钱防治的相关犯罪事宜的收证？是，跟委员报告，我们这38个是叫做合作备忘录 MOU，并不是司法互助的。这样子，因为这个艾格蒙是基本上是各个国家的金融情报中心所组成的一个国际组织。但是我们也是非常活跃，不是吗？我们不是还担任一个联络发展工作小组的成员 ，OMG。这个艾格蒙他基本上只是负责各提供一个平台，让各会员国提供这个金融情资的这个交换。是，我刚刚不是问你吗？是，我刚刚不是问你吗？我国还是联络发展工作小组的成员呢、啊。那个已经是过去了，已经过去了。现在联络发展组已经都因为艾格蒙在今年年初有改组了，所以我们已经不是联络发展。我们现在叫会员发展遵循。现在他改，因为他把过去5个工作组已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改成4个工作组。我要跟你讲，就是说我们是非常讽刺的了哈。是，我们在1998年加入的时候是一个发展联络工作小组，然后还要求我们跟越南、柬埔寨、寮国跟尼泊尔当个入会辅导国。我们辅导的结果，我们的那个金融诈骗案的这些柬埔寨被送到中国去。就表示说，我们在艾格蒙联盟里面，其实我们没有那么 active， 我们并没有表达说我国在洗钱防治上面的工作能量，或者是我们希望在主权上面的一个努力方向。好，为什么我要这样提到呢？现在大家都会担心跟关心的，当然就是赵峰的部分。好，赵峰这件案件呢，根据法务部长或者是次长多次有提到，如果有牵涉到洗钱的话，当然会再查。我想问问看，现在调查局你们查了结果？请问一下，我只问一下，下一个，这媒体上有暴露出来，谁是 Mr. Wu？ 是口天吴还是人武吴？这个是我们所了解，他是一个叫 Samson Wu。Samson Wu。对。但是为什么媒体上面也出来说，有一个好像不叫 Samson， 一个叫劳伦斯吴的这个人啊，他好像是跟三口组有关系，而且是关键人。你们有没有掌握这样的情资？这是已经是昨天的。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是，这个 Mr. Wu 是跟那个 Kingston 之间有一个诉讼的纠纷。只有诉讼纠纷，跟我们这次赵峰赢哦，我讲的不是我们那个哈有关系吗？我目前所获得的那个资料并都还没有，并没有。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就是我们透过艾格蒙联盟，或是透过我们司法互助的这个管道里面所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到目前为止其实还都是未确定。没有真正掌握到洗钱的关键资讯或情资，是不是这样子？没错。那为什么外界还是仍然有那么大的质疑？调查局或者是法务部要不要出来澄清一下？我们事实上也有做过澄清的，但我外界的这些传言，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一直在传这些讯息的。但是我们
站在这个我们洗钱防治处的立场，我们该做的，我们都事实上也配合北检在做这样子。你有配合北检在做？没错。好，我想你一定会告诉我，因为侦查不公开，不会告诉我真正的部分。那我就要回到原来修正条文，不管说是我们这边是14条，还是刚刚次长讲的18条里面，我们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这边所签订的条约，到底我们有多少可以琢磨的空间，还是纯粹 MOU 签完就算了？就是我刚刚跟你提到的，因为我对不起，好，对不起，在上个会期的时候，罗部长在担任那时候也是因为有其他国家牵涉到电信诈骗，我来这个地方就有要求，希望我们的法务部赶快跟其他国家签订有关司法互助的这样子的协议。那当时说好，可是照你们现在讲起来，目前为止几乎没有更多的进度，是吗？而且没有办法有比较好的联络管道。那每一次如果有这样子的，会让国人很伤心了。第一个，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效的打击犯罪，但是最后的方式呢，是变成把我们自己台湾人，不管他是犯罪或者有没有犯罪，都送到大陆去。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不能够接受、很难堪的事实啊。那我不晓得法务部或是调查局到底在这一段期间一而再、再而三，从这个南非肯亚开始到现在，到底做了多少事？可不可以跟我们报告一下？是，这个我跟委员报告了，因为我们爱格盟这个相关的这个组织这个成员都是只负责情资的交换。至于这个实际案件的处理，像我们在每一个国家的金融情报中心，它大部分都是没有负责案件的侦办，它只是受理金融机构申报而已。是，那我就是我刚刚就跟你对照，就是我提的是爱格盟联盟，但是我又对照到洗钱防治法你们要修正条文里面，你有特别提到对于外国政府机构跟国际组织，你要做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请求协助执行扣押或没收的案件，你又跟我讲说。你实际上能不能这个司法互助，司法互助跟这个 MOU 是两个不同层次。当然，那我要知道说，现在我们已经定了这个法，我们自己国内定了这么严格的法，但是没有办法有效规范外国的政府来协助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其他的管道来执行这种法治？否则，对于我们是法治国家，就是一个空壳子。是，过去我们曾经有一个案例了，是跟美方合作，所提。侦办的一个配合，也是配合北检的侦办的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案例，这样是有成功，是有成功的。哦，所以我们还是很依赖美国的洗钱防治的这样子的管道来协助。基本上这个是一个互惠的，是个互惠。依照洗钱防治法的规定，也是要互惠的。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是。那这一次赵丰金的或者赵丰银这次牵涉的部分，跟美国能不能协助我们有没有相关？他能不能协助我们处理这一块？我现在不是讲他们的金融机构，什么 DFS 这些，就是他们处于洗钱金融的这个情报的交换，有没有可能协助我们？因为跟委员报告，因为他这个是叫未申报，既然未申报就没有资料，我们金融情报中心所要受的一个资料库是，你金融机构必须要申报可疑交易给我，我才有资料。那如果没有申报，就不可能有资料。那我们的调查单位没有办法说从未申报里面去查出蛛丝马迹，因为他境外依法是他必须向美国的这个金融情报中心申报，他不能向我申报。哎，好，我只能这样跟你讲哈，如果这个案件里面所牵涉的是黑道的洗钱，或者是美国他们比较担心说会不会跟那个恐怖组织相关的。其实这两个才会是造成我们自己在金融防治洗钱上面非常大的重挫。那我们连掌握资料都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厘清外界的这种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法务部跟调查局真的要加油。是，到底是我们哪个地方的环节漏掉了，没有联系清楚，还是没有相关的资讯？因为你们在做洗钱防治的金融情报交换的时候，本来是每个情报还没有证实之前，还是需要去收集嘛，而不是等着人家很被动说啊，你来告诉我谁有没有犯错。我想这样是比较奇特，因为那个谁有没有犯错这个问题已经移到这个检察单位，是移送到法院去处理了。但是调查单位的话，本来你们就可以更积极去处理这一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意机关一直在造风方面，不管是从财政的观点，或是从这个法治的观点上，一直在希望我们的行政单位可以有效的来处理这一块了。所以有没有可能再继续追查？还是说你们觉得到目前为止真的没事，没事就算了，这样啊，那是媒体庸人自扰之。不是，跟委员报告，我们还是会努力的在配合北检的这个侦办动作，这样子。我是建议
如果是资讯可以公开的状况之下，能够尽量让国人来释疑比较重要，好不好？好，继续加油，好吗？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下一位，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罗志正委员，罗志正委员，罗志正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林敬炫委员，林敬炫委员，林敬炫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刘兆豪委员不在。曾玉鹏委员，曾玉鹏委员，曾玉鹏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赖世葆委员，赖世葆委员，赖世葆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由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李燕秀委员，李燕秀委员，李燕秀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徐正伟委员，徐正伟委员，徐正伟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陈一杰委员，陈一杰委员，陈一杰委员不在。陈丁辉委员，陈丁辉委员，陈丁辉委员不在。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马文君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下一位请尤美女委员是不是请这个周春明委员代理一下？请尤美女委员质询。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张次长，还有我们调查局的李处长？有请张次长，还有李处长，还有我们的金管会的庄副局长。庄副局长。委员好。好。次长哈，我们今天要这个处理这个洗钱防治法的这个草案哈。那当然，洗钱防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现在整个一个科技还有全球化跟整个一个人口的一个流动，金钱的一个流动，所以呢，对于这些所谓的犯罪的所得的这个跨国的这个移转呢，其实是非常的严重，但是呢，它也是非常的难发现，所以呢，才会透过呢国际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那希望说能够共同来打击犯罪，那让这些非法的这个所得呢，它透过这个以这个合法的汇款的一个方式呢，那变成它是一个合法的，就把非法经过一个手续、一个科技的一个方式，或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方式，让它变成是一笔合法的一个金钱。那这个部分呢，也就牵涉到了，就是说这一部法，当然我们是为了符合这个国际呢对我们的这个要求。那但是呢，就诚如刚刚几位委员在质询的，就在这里面的所规定呢，我想现代的科技其实是日新月异，那对于这些所谓的洗钱的方式，其实也层出不穷，也各种的方式也真的是也日新月异。那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现在所定的这个法，显然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里面，我所能够想象的，这种比较实体的这样的一个洗钱的方式。可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规定，它能够去处理，现在以这样科技的，就像刚刚这个也有委员呢提到，他们这种所谓的国际计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所谓的这种虚拟的，这种虚拟的这种银行的这种方式，这种虚拟线上交易等等，那这些好像在我们这洗钱防治法里面好像没有规范到嘛，是不是？谢委员，的确是在这一部分呢，并没有具体的规范。
那这部分我想要请教这个我们的调查处哈，这个李处长，在我们的技术上，我们在这一块我没有办法去追踪，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加进去？是跟委员报告，这个洗钱太阳就像委员刚才指教的非常多，所以你很难期待在一部法律里面把它全部都罗列。那这个可以透过我们实务侦办的这个作为里面啊，在这个侦办上我们去把它这个清出来，只要它是符合我们洗钱的一个太阳行为，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刻意它应该有的一个责任这样子。所以呢，这里也就牵涉到的，刚刚有人提到嘛，哈，就是说这种国际的这个假交易啊，或是这种所谓的国际的这个啊，这个移转的定价啊，或是这国际透过国际拍卖哈，我们也知道说，真的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啊黑钱，它其实是透过这种国际的拍卖，这种相收复式比，对不对？我这边，然后在那边这个啊，就是钱就出去了。那像这种等等，今天好，我们也刻了，就是说，除了这种所谓的金融业者、银钱业者。他必须要来这个通报的义务以外，今天也刻了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员，他也必须要来通报。但是呢，在这些的太阳上，当我们限制的还是一个传统的这些的太阳的话，那就变成说他们所通报的仍然是限于这些传统的太阳嘛，而不是这些新形态的这些的太阳他要去通报。所以这里是不是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对，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我们在规范这个洗钱防治的一个申报的一个，基本上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在就是在实际上来讲去把它全部都想到了就把它列进来啊。那我们只能说按照第二条，它这个洗钱的这个行为太阳啊，这个定义有掩饰隐匿，只要有符合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定义，那么基本上不管你是哪一个行业。他只要触犯到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依照洗钱防治法来做处理，这样子。对，那这里就牵涉到，就刚刚也所讲的说，好，今天我们要课人家以义务，但是那个义务呢，又是一个非常模糊的义务，那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判断说这个是不是洗钱。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等到就说好，今天事情发生了，说哎，这是一个洗钱，在回溯追溯的时候，到时候去说，哎，你为什么当初没有通报？所以他要被罚。可是事实上呢，当初在处理的时候，他怎么会知道说那是一个洗钱？今天我是一个国际的一个交易，你说我要去通报，不可能啊，对不对？这是一个合法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交易，好，或是今天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行为。那等到呢后来东窗事发的时候，再去追讨说，哎，你当初你应该有申报，因为你符合这所谓的第二条的这第几款等等，你应该有申报，它这里面有这些行为。那我会觉得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我们一个法定下去，可是他的义务是不明的，那这样子你如何叫人民去守法？包委员，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在洗钱防治法里面呢有去定哈，就是必须要指定的非金融事业或人员的防治洗钱一个注意事项，要把这些的整个的详细的一个规定。另外，我们在制定之前哈，也会跟相关的所有的律师，包括我们的刚刚有委员有指教哈，就说的律师业啦，或会计师业哈，更加强跟他们沟通哈，哪一些哈要怎么去定？我想这部分我们会严谨的再去做相关的一个处理。另外，刚刚委员有提到的是说，如果是说哈，对，更不是很了解的话，其实依照行政法的规定呢，如果是他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的话，这是可以这个不予处罚的。因为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尤其你们今天要课这个所谓的一些的专业的人士哈，不管是律师、会计师，或是一些的其他的一些的专业人士，那课他们以义务，当然你这里，因为他们其实都对他们义务、他们的业务其实都有所谓的保守业务秘密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在那里。那虽然你在第九条的第二项里面有讲说，依前项规定为申报者里面主其业务上应保守秘密的义务，可是这里面呢，事实上有牵涉到了，就像说好。今天律师呢，他必须要去为当事人来辩护，所以呢，他对当事人他这个之间呢，就是律师跟当事人之间的这种信任，而且他们有这种所谓的这种保密的哈，这种所谓的这个保密的这种私密的一个特权在那里。所以今天即使我律师知道当事人他是一个杀人犯，我也不能够去跟法官揭露说他就是杀人犯，所以律师有保守秘密的业务的义务。所以今天呢，我们用了一个所谓的洗钱防治法，说，哎，你律师必须要你跟当事人这个接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我这边通报。
那我想这显然是违反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好，律师当然是有义务要来防止这样的一个洗钱，可是在这里面的规范如何能够是更细腻，所以事实上是有必要去跟这些的工会去仔细的去讨论，所以呢，在这个律师工会，他也曾经呢发函给这个法务部呢，就是要求说，这里面呢，他们希望说能够沟通，而且希望说能够呢优先去完备律师职业上他的这个所谓的秘密的这个秘密的特权，就是说他对保密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特权，那以及他保密义务的这样的一个立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那这时候你才能够去多好，那我对于这个洗钱防治的这个立法呢，怎么样去这两个之间怎么样去配合？否则的话会变成说，好，律师我到底是要遵从洗钱防治法，还是要去遵从我律师的这个这个跟当事人之间的保守秘密的一个义务，那会变成他无所适从，而且当事人他也可能也去告律师，对不对？我今天你把我全部都泄露出去，你妨害到我的这个权利，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是有很多事项是需要非常的细腻的去规定。那这里面呢，可能我们必须要去区分说，你律师你去替当事人处理哪些类型的这些的业务？那如果你有直接经手当事人的这些财务，你有隐匿犯罪所得的时候，你要申报，而不是说你所有只要是有遇到自己在签约的时候，因为律师通常是提供法律意见，他不会去经手这个钱，那是不是他只要在提供法律意见的时候知道说，这里面有钱，他就要去申报，不管这个钱是不是真的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洗钱。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刚刚也有几位委员也提到说，你的规定的东西又不清楚，就是不够详细，也不够确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好，今天我们的法通过之后，会造成这些的行业非常大的恐慌。那另外呢，就是说，好，今天如果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的专业人员列为他是一个必须要通报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的人的话，那你也必须要在法律上明确的去把它规定，因为他必须要去排除他其他的这些的所谓的法律上他必须要尽的这种所谓的保守的秘密的这样一个义务。所以在这里可能不是只有一条说，你是通报然后你就当然免除这一条，我想不能够这么粗糙的去做规范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说是不是也能够去跟他们有所规范，因为在这里面呢，他们在这个给这个法务部的函里面，他们有提到说，这个 FATF 的第40项的建议里面的第16项的第二段有明白讲说，律师、公证人或是其他独立法律专业技术人员及作为独立法律专业技术人员的会计师，基于职业上保密义务或是法律专业技术人员保密特权时，不负申报可疑交易报告的义务。那我不晓得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们在法里面事实上又没有，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你们在讲说我这次这个法是完全依照 这个 FATF 的这个40项的这个义务，可是呢我刚刚一直在找这你们这40项的义务里面，其实它这里面在讲的这个对于这所谓的就是非金融的这些人员，它的义务比较是在那里所谓的这个记录的这个保存啊，然后呢像说这个所谓的像说第15项的这个新科技的运用，其实它这里面是说，好，今天你它不是要你通报，是说你今天你所做过，你必须要把这些资料把它保存下来，所以哪一天呢，我今天要追查的时候，你就有义务要提出你曾经跟他做的这些，不管你提供的法律意见或是你提供的这些的文件等等，你必须要记录要留下来，但是我将来我要去追的时候，我有迹可循，那或是说今天你应用的这些的新的科技，那你这个新的支付的这些的机制等等，那这些里面有所谓的这个是不是新技术会产生洗钱或是资恐的这些的风险，那你必须要去做评估。那我觉得这里面好像是比较是在这个部分的一个他应该去尽的这些的责任，或是说像第17款的就是说依赖第三方的这个防治的这些的措施，那他有这些的义务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虽然说你们法案送进来，但是我们也希望是说在我们这逐条审查之前，你们也能够就这个部分再跟这些相关的工会不管是律师啊、会计师工会啊，或是等等，他们有义务要去报的这个将来申报，其实他的义务不应该只有限于申报，他还包括记录的保存，包括这些所有的风险的评估那包括说对这些的就说他的这些对第三人的这些措施等等，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你们能够再把它弄得更细腻一点？好，谢谢委员。
谢谢游美女游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林维洲委员。好，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林维洲委员，好，不在。好，那现在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那我们询答结束。那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会及本会。那委员林威洲、林俊宪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那现在我们来进行讨论事项第一，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证人保护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与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那上述的行政院提案是配合这个刑法没收新制所提出的配套的修法，内容比较单纯。那各位委员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是不是省略这个大题讨论，那直接进行条文的讨论？好，大家同意哈？那现在请宣读这个提案的条文，我们先宣读这个证人保护法，两个都一起宣读。请参看那个关系文书《证人保护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十四条第一项至第三项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删除现行条文第四项，将原第五项调整为第四项，并修正为《刑事诉讼法》第255条至第260条之规定，于第二项情形准用之。宣读完毕。好，那洗钱防治法也是宣读一下。请参看关系文书《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修正条文草案条文对照表。第十四条，对于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十六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请求我国协助执行扣押或没收之案件，如所涉及所涉之犯罪行为符第三条所列之罪，不以在我国侦查或审判中者为限。第十五条，犯本法之罪没收之犯罪所得为现金或有价证券以外之财物者，得由法务部拨交检察机关、司法警察机关或其他协助查缉洗钱犯罪之机关做公务上使用。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依第十六条所签订之条约或协定，或基于互惠原则协助我国执行没收 犯罪所得者，法务部得将该没收财产之全部或一部拨交该外国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前二项没收财产之管理、拨交及使用办法，由行政院定之。宣读完毕。好，那有没有修正动？没有修正动议吗？没有，好，没有修正动议，所以现在条文已经宣读完毕。那请问各位委员哈，对于这个证人保护法的第十四条条文的修正草案，它是配合这个没收好的，把这个条文呢把它做修正。那各位委员有没有法务部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那我们就照行政院的提案通过。那洗钱防治法的第十四条跟第十五条条文的修正草案呢，依照今天法务部的一个报告呢，就是说它已经并入到今天我们在审的洗钱防治法草案的第十八条跟第十九条的规定。那为了让整个一个洗钱防治法呢，它的规定不会将来有所局域，所以我们就把这第十四条跟第十五条这本案呢，我们就决议不予审议。好，那我们就是在这个洗钱防治法这整个一个整个版本的完整的这个这个版本呢，我们再来审议哈。好，那现在那本案呢已经审查完竣，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处理。本案是否有需要交由党团协商？
比较需要，不需要直接没有，不需要还在一个，因为他刚刚那个做不需要台协长那么大，那你们协长长大大的不用十年，十年还在台协长，不用协长，好，要十一月才会过啊，对啊，要一个不用协长，不用协长还要十一月。好，各位要不要协商？协商才会快一点。好，那就交付党团协商哈。好，各位委员，要交付协商。好，那这个证人保护法那就去交付协商哈。那本院讨论时由召集委员美女说明。那接下来啊、那我们可以先进逐条对，必须有人，那我是希望说不要进逐条，可是我们可以把讲明天宣布下次的进逐条。好，那接下来进行讨论事项二，那继续并案审查。一、行政院函请审议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二、委员蒋安湾等26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三、委员曾明宗等18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及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四、委员许淑华等17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五、委员吕玉玲等20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六、委员徐国勇等19人拟具洗钱防治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七、委员许淑华等17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那各位委员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是不是省略大题讨论，直接进行条文的讨论？先讲就开始。好，那我们这个就是讨论事项二的部分，因为今天其实大家对于这整个一个法案呢，其实还有很多的疑虑，所以呢，我们就下一次开公听会，那收集更多，尤其是对于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员，他们专业工会他们的一些的意见。好，所以我们下一次开公听会，然后再进入逐条。好，好，那今天。那就另定期讨论哈。那本次会议呢到此结束，那现在散会，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有准备便当，好，所以现在发给大家哈。
掉下去，他们那边的。这个我就找人做。那个处长，那个青建找那个那洗房处那个处长。